因为那个就是他当初跟我讲是讲文山步道学，文山的步道，对对对，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我想说我们这个是跟步道有关系的哈，对，那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着重，那现在也可以，因为我档案都有。对，我因为我怕你们听过了，或者说重复了哈，所以我是，我想，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所做步道的一个专案哈，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说应该跟步道有关系的内容哈。那这个内容的过程中，我们再带一些当地的文史进来哈，因为我想，如果说只是单纯去介绍我们这个文山区的这个人文历史，好像会跟步道有些不着边的感觉哈，所以我想就是从步道的角度，我们再引申这个哈步道这个有关人文历史的这个内容哈。那我想这个是最近应该是明天是记者会了哈，所以这个应该是蛮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主题是不是很熟悉哈？那我今天要讲的分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就是说。哎，就是我们讲这个淡南古道的石碇段，然后一个部分是讲我们中埔山那边的步道。那如果说各位那个这个部分你那个首先你跟我回应一下，那我就少讲好不好？那内容主要是这两块啊。如果说还要更多的档案里面有，我再来找看看啊。那因为秋蜜老师他基本上对刚好他讲的会跟我今天的会切开，因为我想他应该会比较着重在我们金美溪左岸，就是有关猫空那个地方比较多，是这样的，我猜测了，对，所以我今天专门讲右岸这样子，所以我想我大概是这样想，所以我今天主要是针对我们金美溪右岸的一些步道来做一个说明哈。好，那我想这些步道，其实我们如果把它回顾到比较久远的一个想法来讲，这些步道应该就是主要就是点跟点之间的交通嘛哈，那比较远的就是我们讲淡南古道哈，就从淡水厅到格马兰厅，啊，这个是比较远的了哈。那这个淡水厅到格马兰厅，当然范围就很广哈。那有关在我们跟文山区有关系的，大概就是淡南古道石碇段，还有再来就深科往右匝里那边。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部分来讲，这个是。这个是这开始我看一下，这个前后是什么？哦，是两段，好，对，那太多了。啊，这个是后吗？啊，这个前啊，嗯，跳蛮多的，嗯。哦，这个是前，要往前跳，好，就这样往前跳。啊，好，那就重新来了。可是第一张是这个吗？我怎么印象中？你来看一下，这个是最前面的哈，啊，这个下一张的意思嘛，对不对？是。好，那就是我们讲从淡南古道开始谈哈，那其实淡南古道它应该就很早就有了，它是属于一个官道，那我们讲这个官道它怎么样开始的哈，这个因为它的路段都不是在文山区，所以我就把它省略掉了，省略掉。那我这边要谈的就是从那个变道开始，那就是谈到说从那个1810年嘉庆十五年的时候，依然那个格马兰社厅的，那社厅从我们淡水厅到格马兰之间的交通就是更加频繁，但是呢原来的那个淡南官道是到东北角去比较远，特别是对我们南区这边的人，要直接到格马兰厅是比较远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就是他的通发叫姚颖哈，他在道光元年1801年就提出一个要开辟另外一条所谓的变道的提议。那这个提议里面呢，就在淡水厅志里面有淡南变道、淡南拟辟变道议的这个一个记载。那这个记载主要是谈到这个姚颖，他为什么认为？有需要来开辟这个官道之外的另外一条便道了，那它的路线要怎么规划？哦，这个部分就开始了哈。所以这个官道之外就开始有这个便道，这个便道就是从这个道光元年开始，姚颖做一个规划以后，然后再
再把这个道路把它开辟出来，那总共有110里的道路，那这个道路就是比原来的官道来的短。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好，我这个图怎么好像觉得有点乱掉，我看跟我家里。有点乱掉，没关系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原来，今天怎么搞的？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皱斜的样子。是我们的问题。啊，不是，我今天就操控不顺了啊，可能这个比较高档哈。那我们讲官道就是从万华开始，宋山南港西子北土暖暖瑞芳开始，然后从猴洞三雕角这个金字塔，现在古道，然后到双溪贡寮，然后在朝林古道。到宜兰的大理，然后再往宜兰的方向，啊，这个是原来的所谓的官道。那这个官道之外，另外有比较，他们有讲说有一个北线，北线也是前面这边到瑞芳都一样，只是这边再往外扩到九份去，然后到那个灿光寮，再往澳顶，哈，然后经过芙蓉，啊，然后再往那个狮城这边，这边有一个龙岭古道。那这个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这个官道。它这个官道你会发现它绕很远，看它从这边绕到这边几乎是一种怎么讲，一种就是四角形的外边。那我们讲说两点最近的距离就是那个三角形的这个就是中心那个线最近，所以这个线就会变成从这边开始切过来，会这样想这样的走法，那这样的走法就会缩短那个距离哈，缩短那个距离。好，那所以所以这个古道就这个便道就出来了。那这个便道就是在这边，从万华这边开始，然后到六张岭，翻过那个山，然后经过木栅深坑、石碇、平岭，然后再往这个礁溪这边，这个就是他所倡议的这个便道。那你看那个便道跟他官道的距离是不是差很远？原本你要从万华，因为万华那边算是以前很重要的一个行政机关嘛，那你要从东往松山南港绕了一大圈又绕进来，依然在这边呢，这样绕太远了，所以才会有这个便道出来。那这个便道就会走从三线，从三线，我们讲如果这是海线的话，这个就是三线了，所以它就从深坑、石碇、平岭，然后直接跨了到礁溪，然后就到宜兰去，所以距离就差非常多，所以这个就是官道跟便道之间的一个差距，所以才会有那个便道出来。好，那这个便道它怎么走呢？就是这个当初这个规划就写得非常清楚哈，就是说从那个邦嘎这个武营南门开始哈，南门开始，然后经乌里到古亭，然后乌里又到观音岭角，然后石里到深坑街。这个观音岭角就是在六张里的山下那里的哈。好，那再来石里到深坑街，然后再来丰子里到石碇街，然后到雾土窟岭角，然后到大格门到柯祖的坑，这样一路一路下来，就整个路线当初就规划了，然后哪边到哪边有基地，就这样串起来。那他所谓讲这个哪边有基地，其实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村落的地方，有一个村落的地方，所以这个当初就规划这个我们讲淡南便道，所以整个这个淡南便道是这样子来。后来就是开始就是为了一些比较简便的状况，所以都有一些分线出来。那这个分线分别就从暖暖这边开始，经过十分，然后直接就到这个宜兰这个地方来，也可以从汐止、青铜这边走过来，所以慢慢这些又有一些串联的道路哈。所以我们这个会师就有几个会师点，比如从这边的往应该是往东吗？这到底是什么？往南，这个往北会师，在那个双溪会师，然后这边又有一个会师点，这边也有会师点，就是透过这些从淡水厅到格马兰厅中间的这些可能的路线呢，中间做一个汇合。那主要的就刚所提到的这个是原来的官道，那这个是主要的便道，那其他就是后面就是 有需要的人慢慢再去把它开辟出来的。所以就是讲这个淡南古道的部分，那跟我们有关系就变成从这个部分，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主要就是这一个部分，特别是保留比较完整的石碇这一段，来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所经常所看到所谓淡南古道，在我们常常会去
走的现在保留比较完整的路段大概就这几个了哈、哦。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朝林古道哈、哦，就从芙蓉开始到那个宜兰的大理嘛哈、哦。另外就三貂角的金字碑的古道啊、哦，那这个部分从活动这边开始啊、哦，那这个也是很热门的一个路线嘛。那、啊、另外就是龙岭古道哈、哦，就是从刚讲芙蓉那边开始，然后另外往北的一个北线的古道，那、啊、另外有一个就是石碇这一段。石碇这一段哈，那属于在我们大屯山区就是属于石碇这一段哈，所以我特别就针对这一段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这一段我们现在比较完整的就是从乌涂窟这边开始，从石碇的乌涂窟，那乌涂窟它基本上沿着河边走，啊，因为能够尽量走比较方便的路就是河边，然后河边有那个临溪的步道，所以比较平缓。那这个步道现在都做得非常好，然后从乌涂窟这边。一路就走到石碇来，好，就走到石碇来。那从石碇以后呢，又可以再沿着那个，那个叫做石碇溪，啊，它可以到那个双溪口那边。那双溪口就是，就是从深坑进去石碇往右，就是往右就到石碇，往左就到平溪去嘛，啊，就是那个桥过了以后，那边就是常常有一些骑脚踏车或者骑重机的汇合的地方，啊，那个是双溪口。那之所以叫双溪口，就是因为它是有两个溪流的汇合之处。好，那往石碇这边来，叫做石碇溪；往另外从那个应该讲北边过来叫永定溪。那永定溪跟石碇溪就在这个地方汇合，所以那个名字叫双溪口。好，双溪口。那石碇溪之所以叫石碇溪，是有两条上游的溪流就在石碇汇流，分别是乌涂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乌涂溪这边开始，乌涂窟的乌涂溪。另外就是一个奔山溪，啊，这两个乌涂溪跟奔山溪呢，在石碇汇流以后就叫石碇溪，然后再应该是往哪边流呢？往深坑这个方向流，然后在双溪口跟永定溪汇合以后，就叫做景美溪了。那整个都叫做景美溪的流域，啊，这个叫景美溪的流域。好，那我们就从乌涂窟这边开始到石碇这一段，哈，这整个状况是这样的。所以你到乌涂窟那边就有乌涂溪，就是景美溪的上游啊，景美溪的上游，在乌涂溪跟石碇溪这跟奔山溪汇流成永定溪之前的这个乌涂溪，那这个乌涂溪整个步道就沿着这个河边哈，所以走起来是还蛮舒服的。哎，这边不晓得有没有去过走那一段，你有去过吗？哈，好，那就复习了。好，那乌涂溪其实乌涂窟以前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聚落哈，比如说你说我们从淡蓝古道，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休息站，那边就是有采煤矿，啊，所以那个乌涂溪的名字是因为那个煤矿挖完要洗的时候，那个整个溪都变黑的，凹头啊，变凹头哈，而且那个叫啊这个开采煤矿的地方，所以叫凹头窟的哈，乌涂溪。那这个乌涂溪里面，你看就有这种就是石材建材，这个很久的这种房子啊。老房子，然后有他们的这个土地公庙，是一个村落的聚落。那因为它刚好就是往那个石碇，就往平林方向的最后一个平地了，啊，再来就是全部是山路了哈，所以这一边就变成是有蛮多人聚集在这边哈，所以早时候这边也很热闹哈。那这边顺便提一下，如果说你要去乌涂窟要坐车要小心一点的哈，它都是666。但是666呢，有一个是到乌涂窟，有一个是到华范大学。好，哦，那有一次我们在文山学要从乌涂窟这边要踏查的时候，就先坐到华范大学去了，都是666啊！你不小心，你没有注意，就跑到这里华范大学去。那我搞不懂为什么他一定要用666，然后有两个不同地方的，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啊？六六零啊？六六零啊？666了。666，对，666。那我觉得他应该附个号码嘛，对不对？复线也好，或者怎么样呀，就是名叫666啊。那跟你讲，到这个到乌涂窟的这个叫华范大学的哈，不小心的人就会做错嘛。这个也是顺便跟大家提一下，你要到乌涂窟都到不了，偏偏你要从华范大学下来又很困难，因为那个车子又很少。那你又变成到石碇，又要换车到乌涂窟去，所以有点复杂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乌涂窟这边的部落的一个状况哈。好，那沿路就开始就是有铺用这个花岗石铺的这个步道了哈。我们其实比较喜欢这种的哈，但是他们就反正很好心就铺了啦。那其实原本这种用这些溪流里面的石头哈来做整顿是蛮好的哈。那早期的步道都是这样子嘛，
就地取材，然后把它铺平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个就是乌涂溪整个步道哈，沿着河边，沿着乌涂溪的旁边，然后就一路就可以往石碇那个方向走。那你会发现它整个步道哦，走起来蛮舒服的，然后常常有一些还蛮有那个树林遮盖的好的状况，然后旁边就可以有那个乌涂溪的潺潺的这种流水声，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个吊桥，那这个吊桥就是从那个两岸之间要交通的一个便道哈。那其实如果说没水的时候跨过去也可以的哈，你可以直接就走那个走河道哈。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在乌涂溪里面也就有些吊桥跟便桥，所以两边之间事实上都还是有一些交通上的需求，所以在沿路上我们走的过程中就会常常有这些便桥的出现啊。那这个吊桥现在都还存在的一种状况哈。好，那这个乌涂溪因为是属于在我们讲金美溪的上游，那金美溪上游就有很多这种大石头，那这个大石头呢就是石碇地名的来由哈。那石碇就是跟这些大石头有关系，那这个大石头就是说，就是以前那个。这个就是，就是这些大石头就可以把那个我们那个小船哈、哦，把那个碇锚碇在那个石头上哦，所以叫石碇哦，就是一种说法，就是它是那个船碇锚的一种地方哦，所以因为是大石头可以碇锚，所以叫石碇。那另外一种他们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个石头你要过溪的时候会跳来跳去，那你跳就好像爬过火顶赶快。好，这个石头当作是那个门槛的那个火钉啊，哈，所以就是石头的那个门槛火钉啊，哈，就所以叫石碇，所以石碇的地名也就是跟这个溪流里面的大石头就有关系。那的确，我们到石碇那边地方就会发现有很多大的石头，哈，就是在那个乌涂溪跟奔山溪那边都有啊，这个也是石碇地名的来源。好，那整个步道它都是铺得非常的完整，好，那做起来。很舒服，很阴凉，然后中间就有开始有一些，中间有一些聚落了哈。那这个聚落就是福田聚，福田聚哈。那这个就是变成是可以这个休息、喝茶、喝咖啡的地方哈。那这个指标也是蛮明显，那就那一条路也不会迷失的哈。那中间过程中你会发现，都还是有这种石头的老屋啊。那这个更厉害的就是它是有这个门牌叫做石碇巷的摸乳巷。哇，这个名字也这样太直接了哈、哦！这种如果是昵称也就算了，他还把它当作是正式的住址了哈、哦。那这个住在这边就很不好意思了，对不对？这个，家里写住址写摸乳巷这样很不好意思哈、哦。那真的是他们就是哈、哦、有这样一个地名了哈、哦，所以就直接地名就叫摸乳巷哈、哦。那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石碇乡以前哈、哦，也叫石碇乡，现在叫石碇区。那这些都是有这些比较年代久远的这种小桃树哈、哦，好，那这里面也常常我们有看到这种哦板根植物哈、哦，这板根植物那个板根还蛮大的哈、哦，有时候在路旁都是可以看啊，也有通过这些竹林，还有一些蔓藤哈、哦，那这个就在步道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景观，所以看到这些景观，其实你会发现哦，很想去走一走了哈、哦，那其实就蛮容易，就直接坐车到最后一站乌涂湖，再往回走就可以了哈。那整个这个步道就是啊，类似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在石碇这边就是常也有这种巨石啊，从上游这边掉下来，然后还没有被冲刷的太小的这种大石头。那现在大概也不会变小，因为那个现在水都很浅嘛哈，没有机会去冲刷它，所以大的都还是大，不容易变小。好，那早期如果说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些大石头就慢慢被冲成那个小石头了哈、哦。好，那这个就是啊、哦，一样就是这些啊、哦、这些步道，然后就是有这些竹林啊、哦。好，那到这个这个比较平，下面就开始慢慢有点比较平缓啊、哦。那平缓的时候，我们就远远的看到这种北宜高的这些那个桥墩就架在这个乌涂溪上面啊、哦，就跨过整个溪流，就架在这个河床上，哦，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你在开的时候没有感觉，你从下面看你会觉得蛮恐怖的，哦，这个因为这个应该有几米哦，很高，几十米，有没有特别看这个质量？有几十米了、啊、哈、哦，所以这个非常高啊，那就这样子，这整个
哦，就横跨在整个那个这个山谷里面哦，那有些叫在溪流里面哦，所以看起来是还蛮棘手的了哈。好，那中间会经过原来石碇公学校的宿舍，那这个石碇公学校呢，就是在我们日治时期那时候开始，石碇这边就有一个学校了哈。那我们文山区这边主要，就是我们警委有一个公学校啊，然后呢再来石碇有一个公学校，那就是深坑就是小学校，那深坑之所以叫小学校，那小学校是给日本人练的，那公学校是给台湾的子弟练的。那之所以深坑会有小学校，是因为深坑它曾经就是主要在文山区的一个行政中心，啊，就是有曾经有一阵子是文山区的行政中心就设在深坑，啊，因为深坑算是整个大文山区比较中心的位置，啊，所以行政中心设在那边，所以那边就有日本很多行政人员的子弟，他就要读书，啊，所以那边就有设了个小学校深坑。那石碇这边就是公学校，那公学校这边就是有那种盖的非常。用石头啊，石头盖的这个非常坚固的这些啊，这些学校的宿舍啊，然后这个都还留在这个步道的旁边啊，那这个就是应该可以把它这个规划一下保留下来，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那个历史的景观啊。好，那这个都是一样是戊土系步道的内容啊。那走到石碇这边的时候，这个它的这个挡土墙。就开始有做了一些美化，那这个美化里面呢，就是有一条龙就穿过这个石壁，然后龙头就跑出来，然后这个算是一个装置艺术了哈，就把它做一个雕塑的装置艺术，就放在那个河岸里面哈，然后有提一些字啊，来作为这个附近那个景观的这个美化哦，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得到哦，那你看这个是。非常非常高了哈，所以真的看起来是很觉得是非常的恐怖了哈。好，那开始慢慢就会走到这个石碇这个地方了哈。那开始石碇那个地方开始慢慢就人就多起来，那人多起来以后呢，就开始有就是有很明显的聚落产生哈。那这些就是在走在这个戊土溪旁边的这个步道里面哈。那这边我们所看到的远远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那个。石碇的景观，那这个景观就是它曾经是一个台车的轨道，那台车的轨道被废弃以后，它现在又把它保留下来，当作是它一个石碇，它以前是生产很多煤矿啊，除了我们讲茶叶染料之外，很重要就是文山区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产物就是煤矿啊，经济产物煤矿，那这个煤矿呢，就是有台车从矿坑里面把这些煤矿带出来，然后带出来以后呢，它就会从石碇开始，整个台车就会通到前面这边来，然后再火车再送到万华去啊，所以这个台车非常长，就从景美经过木栅深坑石碇去啊，所以非常长的一个台车的一个轨道。那这个就是在运煤的时候啊，到矿坑里面去把煤矿运出来的一个状况啊，这开始就有很多聚落在这里面了啊。那这个一样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哦，这个有这个整个这个北宜高哦，在整个石碇的地方到处都看了这样的景观哦，所以其实北宜高石碇算是最很大的牺牲，它等于是在整个地理环境是被破坏了哦，这个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啊，这个是真的是你会发现它是从石碇的中间穿过去哈，所以。景观就是变成这样子哈，就等于是不是啊，就是为了便利呢，就牺牲了石碇了哦，这个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那再来接近市区这个地方就是石碇国小了哈，这一棵树啊旁边这个就是石碇国小，那石碇国小就是以前的石碇公学校，啊那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国小就在这边，那这个石头呢，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朱母石吧。底波九哈，就是他从那个石碇那边看过来，像一只猪哈，所以这个石头有被命名。然后我这个方向看起来比较不像，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它就是有被命名的一个石头。好，那这个就石碇国小的那个内容。那石碇国小旁边这边有一个皇太子来种的树，好像昭和太子来这边也种了一棵树了哈，所以也留在这边。好，那这个石碇国小。
我敲敲百年了哈，百年哈。那这个，那这个有一个一直有很趣的问题，就是说师弟呢都一直认为他们是十定法，所以你从双溪口要进到十定的时候呢，在那个隧道门口就写十定法，那十定国小这边也会写十定法。那这个问题呢引发我的兴趣，那我就一直在找说，那十定是不是真的是十定宝？因为我们早期的认知，十定都一直在我们的文山宝里面。那个文山宝就包括，就新店、景美、木栅、深坑、十定、平岭跟乌来，整个这一块，啊，就是清朝的时候叫全山宝。那之所以叫全山宝，是因为它这个山峦的起伏，就跟我们那个一个人的拳头一样，哈，就是这样山峦起伏，所以叫全山宝。后来这个全山比较暴力的，哈，就改成文山宝。所以我们现在景美跟木栅在民国79年景美区跟木栅区合并成文山区，这个名字就是事实上最早在以前就文山堡这个名字在运用，好，只是在把它拿回来。好，那我就看这个地理位置，一直看怎么看，不管在任何时期，实地应该都是属于文山堡。可是呢，瑞芳那边就有一个实地堡，好，瑞芳还有那个平溪那边都是属于实地堡。那变成用石碇的名字当作是那边堡的名称，但是我们这边的石碇却是在我们文山堡里面。但是他们，我们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想当然的，那石碇堡当然石碇是石碇堡，我会这样子。但我这个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蛮多时间，是不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真的是有一些那个，一个出入哈？结果后来我发现，石碇真的还是属于文山堡嘛？那它的切割点就是在也许有一边偏，也会沾到一点偏，但是那个已经快到平溪那个地方了，啊，才所以，但是他们还是都有用这个石碇堡这样的一个当作是他们过去土地的，一个行政归属的一个单位了哈。但是我们所认知的应该还是属于文山堡的区块。那边旁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吉顺庙，那这个庙呢，其实它是双庙合一的哈。它下面的庙叫做吉顺庙，上面的叫明德宫，啊，就是一个庙。同样是一个建筑体，它有两个庙，下面叫做吉顺庙，上面叫做明德宫。那为什么？那吉顺庙它是主要是它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跟我们吉美一样哦，属于那个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的人移民到台湾来，他们所带来的地方信仰，他们是供奉那个宝仪尊王跟宝仪大夫。那宝仪尊王跟宝仪大夫两个合称叫做安公啊，哈，安公是写一下哦。啊，如果你查那个就是要打字的话，要打汪公啊，哈，汪公。那闽南语，那我这个问题也是曾经也是做一个很多的讨论的，哈，就是说，在那个戏子有一个叫做中书庙，那戏子的中书庙呢，它供奉是宝仪大夫，啊，那主神是宝仪大夫了，哈，别四神有宝仪尊王，那我们吉美吉庙主神是宝仪尊王。裴世神是保仪大夫，那保仪大夫跟保仪尊王理论上是两个人，只是说保仪尊王是谁，保仪大夫是谁，变成混淆了。所谓混淆就是说，我们景美的地方说保仪尊王是张巡，好，那深坑不是深坑，戏子的中书庙说保仪大夫是张巡，通通不管他是主神是保仪大夫也叫张巡，主神是保仪尊王叫张巡。张巡是谁？张巡就是在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死守睢阳城的指挥官，张巡。那他的太守叫做徐远。好，那景美这边文山区景美木栅这边就是保仪尊王是张巡，保仪大夫是徐远。但是在戏子这边跟木栅中书庙，他们两个都刚好是叫中书庙，他们保仪大夫是张巡，保仪尊王是徐远。好，所以这个那曾经有一个华范大学一个博士，历史系的，他是师大历史系的博士，为了这样的事情就写了一篇论文。论文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为什么没有结论？因为他从去找各种这种所谓的史料，都找不到有这样的文件说保仪尊王是谁，保仪大夫是谁。那这个保仪尊王跟保仪大夫呢，就是变成民间不知道怎么样变称出来。
哦，来称为宝仪尊长跟宝仪大夫，但是在史料里面完全查不到任何一个皇帝有给他们赐封，或者有什么样的县志里面呢、啊、地方志有什么记载，通通没有，所以搞了老半天他也没办法下什么结论。好，那变成是尊重妙方的说法了哈。那还好，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是共同是一个睢阳城，死守睢阳城这样的一个事件所。被敬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忠臣烈士啊，所以他们两个在整个安史之乱平定以后，那时候的唐朝的皇帝唐肃宗就马上建了一个庙来供奉张巡跟徐偃，叫做双宗庙。所以双宗庙就是张巡跟徐偃共同供奉。那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你看历史上有人死了以后，皇帝马上建一个庙来祭祀他了吗？你有听过这样子吗？很少，对不对？都是后面的人我们才去会这样做。可是死了以后，当任的皇帝就马上建庙，春秋两季来作为国家祭典。这个只有我看历史事件只有张巡跟徐偃。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说如果没有张巡跟徐偃死守睢阳城，安禄山的部队就会很快到那个江淮，就把李昌攻占，那时候唐朝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啊。所以他们会认为睢阳城的这个战役呢，就能够让唐朝有比较多的时间来整军备战，然后国子仪才可以平定安史之乱。所以那时候战乱结束以后，就有很多大臣就是要叫皇帝一定要对他们两个有一些行动哈，啊，不然的话，就是没办法，就是等于说论功行赏，他们是牺牲的，但是很重要，所以也是要对他们有一些比较尊敬的行为。好，那所以这个张巡跟徐偃就变得很重要，是一个部队很重要的守护神。所以郑成功来台湾的时候呢，他们军队里面就有供奉双宗庙，所以嘉义的双宗庙是郑成功带来的，跟我们北区的双宗的信仰不一样。我们北区的双宗的信仰是从安息移民他们迁徙的过程中所带来的。那因为迁徙从河南迁徙到福建，福建到台湾来，都受到这个宝仪尊荣的庇佑，所以他们就尊称宝仪尊荣为恩公。恩公就是他们恩公啊，有恩于他们。那你知道这个恩公啊，你就叫小孩子去念恩公念看看，一定不会念嘛，对不对？恩公这种字本来就很难念的啦，所以恩公念完后来变久了，就变成恩公啊。好，就我的了解哈，跟齐老这边有访谈，结果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比较合适啊。但是偏偏又有人知识分子，就是戏子中寿庙的那个管理员，他好像是校长退休的，他就去查字典，查这个汪啊，他说这个汪的字不好，表示一个缺字，缺字，敲骨个掰开一块，所以他说你怎么可以叫我们的安公用这种那么坏的字来形容，又是驼背又是缺子这样，所以他一直认为哈，这个安公不应该这样行，应该要这样行。安哈，因为他是安息来的，所以安公啊。那这从事我在研究这个庙宇的过程中，我发现庙宇很多事情都是主事者在改变一些可能的历史。变这样子，那我也真正看到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了哈。好，那顺便跟他提一下，那这个实地这边的人也是从我们景美这边慢慢往里面开发的哈。比如说我们景美先开发，再来往木栅，木栅再往深坑，深坑再往实地去。所以他们的信仰都一样，所以你不管在景美有景美吉庙、木栅吉庙、万隆吉庙，到深坑去就有深坑吉顺庙，到实地去就有实地的吉顺庙，到平地也一样有吉庙，那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安息信仰的延伸。那这个就是从我们吉美吉庙分身，那个神明分身过去，所以他们就叫吉顺庙啊，就吉就是以吉庙为一个开头的庙宇啊，就叫吉顺庙。那上面这个明德宫怎么来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常常就有人就拜那个吕洞宾，那就到那个木栅那个指南宫去拜那个神宫嘛哈，但是这个路途还是有点遥远的哈。后来他们就从指南宫
分离到实定来，就各弄一个明德宫，好，那就近可以供奉这样子。所以这个庙就在实定国小旁边，就变成一间庙宇，然后有两个庙啊，下面是吉顺庙，供奉保卫尊长，上面是明德宫，供奉李洞宾，好，这个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和一个规划哈。那大部分现在的庙宇都是也是盖两层楼，但是第一层楼都当那个仓库或者停车场，然后庙在二楼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规划。可是这个是两个庙同时集合在一起，是蛮有意思的哈。所以这是在石定国小旁边哈。好，那就进入到比较多人住的这些区域哈。那这些区域就是我们讲石定就很多吊脚楼嘛哈。那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整个盖房子的腹地太小，所以但是房子又要希望大一点，那就要往河里面去征一些地，那这些地就会用这些有没有这些卡哈把它撑住，所以你家盖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在那个柱子就往河床来盖啊，所以这个就往河床盖就有这个吊脚楼出现啊，整个石碇很多房子都这样，那就是表示他们的腹地不够大啊，所以他们就要往这个河床征地，所以你看这边都是本来河堤在这边。他要往这边盖的时候啊，你们俩就站到这个河床。那严格来讲，这些应该都是违法的了哈。但是也这个是民间特色，也没办法去管，行之百年了哈。这个是百年来都这样弄的了哈，所以变成这个就是在我们石碇这个地方啊，房子特色。那这个就是靠近石碇老街那个地方了。那我们所刚讲这个石碇国小、石碇的喜顺庙这个地方叫石碇西街。因为它是靠西边的地方，那另外我们常常去逛那个老街，很多人那边叫石碇东街，啊，所以东街跟西街是后来命名的，就是一个是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那刚好这两边汇流，就是一个乌土溪跟奔山溪汇流的地方。那乌土溪从我们刚刚这边走过来的这里，那这个是从石碇东街那边过来的奔山溪，两个就在这个地方汇流。那汇流以后就往那个就是往应该是往西边到往深坑那个方向往西边再往前点啊，那这个就刚好在汇河口的地方就有两个桥，所以我们从石碇这边过来，这边有一个桥啊，那又过到石碇西街又有一个桥啊，就是因为这边有两条溪流，所以就有两个桥啊，这个地方好，那这个从这边来看更清楚，这个就是我们讲乌土溪这边过来啊，那这个就是往石碇西街的地方，这个叫石碇西街的。那这个是奔山溪这边流过来，那两个汇合以后，因为在石碇汇合，所以就叫石碇溪。石碇溪就往西流，那往西流到我们景美这个地方汇入到新店溪去，所以整个溪流就叫景美溪。好，那溪流主要就是以它的那个两条溪流汇流以后的那个地名。那如果中间过程中没有再比它大的溪流，那个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但是如果说两个，它中间还有两个溪流会汇流以后，就会以它出口的那个汇入河流的出口的地方，当做是河流的名称。哦，所以我们讲那个淡水河就从淡水出口。好，我们讲景美溪就变成这个地方汇入新店溪。那新店溪就是因为北四溪跟南四溪在新店的龟山汇合以后，就没有比它更大的河流，那所以就叫做新店溪，一直就跟在艋舺跟大安溪汇流以后，哦，才叫做淡水河。那淡水就从淡水出口，所以如果说石碇溪跟石碇溪新的石碇溪以后，如果说中间没有再比它大的河流，那可能整个河流就叫石碇溪了。那因为刚好有碇溪也很大，两个汇流，两个一样大汇流，就变成以它汇入新碇溪那个名称当做是河流的名称，所以就叫做景美溪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景美溪的一个流域了啊。那这边就变成有两条溪流，所以有两座桥，就刚好成一个90度。90度的一个状况哈，好，那好，那这个就是石碇东街的。那石碇东街就是我们讲那个奔山溪这个地方哈，那一样房子就是有这些明显的这些吊脚楼分布在河床上面哈。好，那这个石碇街就是我们讲不见天街的哈，因为它整个就是都是山壁，那房子的后，他们家的后面都是沿着山壁所盖出来的。那盖出来这个部分就是往河里面征跟河床征地，然后就架在这个河床上面。那整个这一条街全部是在架在那个就是房子的下面哈，所以都看不到太阳，叫做不见天街了哈，就是石碇东街的这个部分。
好，那石碇东街再往这个地方往继续往下面走，好，我们石碇国小在这边，然后雾土溪跟奔山溪汇流，汇流以后就往这边走，一直到这个地方就有永定溪汇进来，所以这个地方叫双溪口。双溪口，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从石碇国小这边的石碇西街开始，就往这边一直走，就会经过那个大南吊桥，叫双溪口。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从雾土溪一直走，会走到双溪口的主要的淡南古道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在石碇西街就有看到这些老房子，这些已经像是石板石头做的这个房子都已经废弃了，那有这些房子就表示说它曾经在很早之前就有去过去过在这个地方汇集那但是石碇西街现在没有人潮，所以那边也都没有商店，因为人都是在石碇东街那边但是这个地方往那个深坑一直那个方向走，汇合起来就是石碇西。那我们就看到旁边就有一些马路那表示这个地方往里面还是有人住所以这个沿着这个河边就是主要他们的那个生活的区域了那生活的区域的话，这边就有一个福德宫那这个是我们地方信仰就是一个村落里面都会有一个土地公庙，因为土地公庙比较要小也可以很小，一块石碑就可以供奉了那如果有钱一点就会就是去刻个神像放在这里面，那这个算是比较属于中型的也算是比较中型的，小型的大概就是跟这个神龛那么大，那中型的庙宇就是后来有钱了以后集资在改建的，在增建的部分，那这个就是他们地方信仰福德宫几乎台湾每一个村落一定至少有一个土地公庙了我们从乌涂窟那么里面也是有一个土地公庙，到石碇这边也有，那虽然他们有另外的一个地方的信仰，但是土地公这个东西一定都会有，就好像我们到深坑街有一个奇书庙，也有一个土地公庙在那边那你们知道那个深坑街的土地是谁的吗？深坑街的土地都是土地公的，不是店家的，因为以前人因小失大，因为以前那个有土地要课税那他们为了不课税就把土地捐给土地公捐给土地公以后他就不用缴土地税，对不对？但是房子还是他的，所以他有地上权所以深坑老街那边房子只有地上权，土地都是土地公的，就是早期他们就是为了要节税就把土地捐给土地公，所以土地公很有钱他每年缴这些税就缴了哇哇叫这个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石碇的部石碇的西街的土地公庙那一样这个图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是我想就是对景观非常大的冲击那这个也是在整个石碇这个地方我们经常看到的，那刚雾土窟那边也有，这个石碇西这边也有所以有这个北二高的这个桥段好，那过来这边就走起来也都很舒服，那这边就跟我们的手作步道就很像，有没有？它是用那种细石头铺上去，就没有像雾土窟那一段用那个花岗岩铺的那么样的整齐是这样比较自然的步道，那这一段我觉得也是非常好，那这段也是以前淡南古道的很重要的一段那也是沿着那个石碇溪的这个河边在走的。好，那这个地方在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呢它刻了几个字叫做张勇收入打石打刀石，要有台语念嘛，张勇修路怕酒刀，修路是什么？修路就是修路啦，修理啊，修路。那修嘛，你搞起来修路，按哪个啊？修啊，你讲修就是收啊，就是修理的修，要修路了还有，有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石头旁边，很多人走这个东西，我们都不会注意到，这个是因为石碇当地人带我们去，我们才知道说，我够这种物件。就是张勇修路打石刀因为修路他们要把路拓宽，都会用那个去把那个路拓宽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刻一个纪念张勇修路打石刀。好，这个在一个大在路边的大石头上面的所以这个还蛮有意思的那其实台语，在变成文字的时候常常就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说
没有注意到哈，没有注意到就会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那等一下我们从六章也要上来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石碑也跟这个有关系，那我们到时候那边再来讲。好，所以这个路就一直，就是这样的啊，都是用碎石子铺成的这个很平整的路哈，所以这个是非常老少咸宜的一个步道路线，大概都不用上坡，全部是走平的沿着河岸啊。那你知道以前河岸，以前那个台车为什么会沿着河岸走？因为他们抓等高线，全部要抓一个等高线哈。那沿着河流才可以抓一个等高线啊，所以从景美到深坑石碇区的一个那个台车轨道，一定要从一个等高线。不然你人去推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发生危险啊，所以一定要是平的东西。所以他们都要沿着河岸来做一个等高线啊，那旁边就会有经过这个北二钢的这些巨大的桥墩下来，那走到最后就会碰到这个淡南吊桥啊。那这个吊桥，应该是不用刻意像我们的那个新店碧潭吊桥哦，还要费尽这个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了。它那个整自然就被保留下来。其实碧潭吊桥蛮坎坷的哈，第一次差点就被吊，全部拆掉。后来苏贞昌把它保留下来，把它整修。那第二次差点被毁掉，就是朱立伦当市长的时候，那时候那边就是吊桥的前面那边有要都跟。那其实那边大部分的地都是公有地，因为那个是以前那个新店郡役所，就是以前在日治时期的那个新店，就文山郡的行政机关叫郡役所，就在那个吊桥的前面那里。那大部分我听他们讲，大概90%都是公有地，但是竟然跟10%的私有地要做都更。那都更会怎么样？会伤害到原来碧潭吊桥的那个桥墩。那个桥墩是以前是用一个非常特殊的工法所弄起来的，我没办法去形容那个东西。但是竟然说要把它重新把它毁掉，那毁掉，那你是那个。整个那个淡南，就是那个碧潭的吊桥，那个它的那个古位就不见了，哦，所以也是经过很多共听会绑白布条弄才保留下来的哈，哦。那后来就把那些财团挡过去了，所以差点也是不要被毁掉了。那淡南吊桥这个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它就很自然才更新，搞那么快啊，就很自然就。啊，这边就保留下来，然后这边就写这个淡南吊桥哈。那这个是我们从那个雾土窟那边走过来，然后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走，我们要从石碇溪的左岸跨到右边来，这一个很重要的吊桥啊。所以这个吊桥就是我们俗称叫淡南吊桥哈。所以远远看淡南吊桥啊，就在那个北二高中北一高的旁边，然后跨越这个石碇溪的两边。那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变成在双溪口。那双溪口，就石碇溪跟永定溪就汇合的地方。然后这个就是往那个双溪口那个方向。那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超统一超商，就是那个超商啊，那个是 OK 吗？全家。Seven 就是那个超商的那个位置啊，双溪口。好，那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从雾土窟到石碇这一段的淡南。好，那这个部分那我们再先讲一段再休息哈。那第二段我要讲的就更贴近我们这个地方哈，因为这个地方算是我们以前大文山区的，以前是我们大文山区的石碇那个区域哈，其实离我们这边有一点比较远，不过我们这边在踏草的时候呢，都会把整个以前文山堡的领域来当作是我们踏潮的范围。那现在开始要谈的就是跟我们这边很接近的，就是在这个木栅跟景美这个附近的淡南古道，但是这个是属于淡南古道的支线那我称它叫做中头山的支线，因为它会从那个顶头那边，然后往东边走到。往西边走到中埔山这边，所以我想它应该算是淡南古道的中埔山支线。那首先我们来看一张图，虽然这样比较模糊了，不过感觉一下这是网络里面抓的，因为要我自己去这样做我大概也做不了，
那就是有很多热心的人呢，他们曾经有这样去描绘，他描绘的结果呢，哎，刚好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呢，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用。蓝红色的，红色的就是以前的主要的道路。那个像这一条，这一条是从那个早期从南门，台北城的南门开始，有没有？南门，然后沿着那个南昌街，南昌街以前没有罗斯福路，只有南昌街。从南门啊，南昌街就是从南门开始下来城外的道路。那从南昌街一直走，然后在南昌街不是在古亭那边有跟罗素路结在一起吗？其实以前没有罗素，就是南昌街，然后再往下沿着罗素路，然后从景文街，啊，景文街就是景福街出来哈，对上去那一条景文街，那景文街就接着这个木栅路，那木栅路就开始木栅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五段。到北深路，然后到石碇那边去，这个就是这一条红色这一条原来的台车的轨道，哦，所以这个很长哦，从南门开始到石碇去哦，哦，这个非常长。那这个长，这个会这样长，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物资嘛，哦，煤矿、染料，哦，还有这个茶叶，哦，这些都是弄可以弄出来，所以这一条就是台车线，啊，也是沿着河边。沿着河边的主要道路，那因为这一条就是从六张里那边上来的，啊，那六张里是长，应该远重最远来讲，应该从芒嘎那边呐，啊，哦，从芒嘎那边，然后走出来就沿着和平东路二段，那以前没有和平东路三段，和平东路在圆环那边就是走那个崇光路，从那个崇德街，崇德街就在圆环，我们这个辛亥路、基隆路哈，基隆路跟和平。东路二三段那个圆环，那个圆环呢，以前没有和平东路三段的时候，就在它的，欸，比较靠北边有一个崇德街，这个崇德街就这一条，那这一条就往山上跑，然后就在深坑这边，两个就汇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讲淡蓝古道从这个深坑这边就往山上跑，就走这一条，然后一直到六张里那边下去，好，那后来才有这一条。这一条那个沿着河边的便道，啊，所以早期就是走这个山线。那这一条你看红色的部分就是主要的道路，所以这一条是当初以前是淡蓝古道，当然比较小。后来在深坑呢，有一个白马将军叫做陈秋菊。陈秋菊他是其实应该讲他应该算土匪啦，到处打家劫舍的啦，哦，但是呢，他因为有平定那个中法战争有功，哦，所以呢，就那骑着白马，所以大家讲白马将军，等于有点漂白了。那日本政府从来台湾的时候呢，他们就变成常常去，变成是抗日分子，所以常常就从这边就到六张里那边去突击，哦，就到那个市区里面去突击，啊，那日本政府为了要这个把陈秋菊制服呢，就开了这一条陆军大道，他就可以骑马从六张里就很快到深坑去了，啊，那陈秋菊就被收服了。收服以后呢，日本政府也对他很好了，就是也给他一些产业做，所以他们也算是听说是那种抗日分子，然后还活到90岁可以善终，很重要的人。那我朋友他们有些住在那个在猫空里面那个草栏那边。他说他们家曾经被陈秋菊抢劫过两次，他们家很有钱，然后陈秋菊他们就在把他阿公抓走又就要付赎金，所以其实他真的是比较属于土匪，没有错。但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如果说你那时候国民党在写历史的时候，只要跟日本人抗战的都是英雄嘛，所以他就变成是，大家认为他是很重要的抗日英雄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当初所开的陆军大道，那这两条就会在深坑，在东南大学的前面那边就汇合在一起了，汇合在一起。那汇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往那个沿着河边就往石碇去了，那这边就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那可以走海线，哦，到木栅，北深路木栅路五段、四段、三段、两段、一段，然后经过景美街、景福街，哦，上来到台北去，哦，南昌路那边。那也可以从山上走山线，然后沿着那个崇德街一直跑，
就跑到六张里去了啊。那这个是主要的红色道路。那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蓝色的就是以前我们讲保甲路，保甲路就是两个村落之间的主要的联络道路。好，那这个保甲路，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甲路有几条？第一条就是从这边开始。那这边这一点是什么？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罗斯福路的五段跟六段的开始分界点。那罗斯路五段跟六段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分界点？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一条非常小的马路，叫做锦龙街。那为什么会用这个锦龙街当作是一个分界点？因为那个是以前是叫做树芬火车站的地方。好，那火车站就设在这边。以前那个我们讲冠新铁路就从万华到新店嘛，那在我们集美就设了两个站，一个叫做这个地方树芬站，一个是集美站。那从树芬站就有台车进来到里面把煤矿再出去，那从集美站这边也有台车进到深坑石碇去把煤矿再出来。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以前还没有台车的时候，就是保甲路。这个保甲路从这边开始，然后这个锦龙街，然后经过新农路，新农路一段二段，然后再到那个文山运动中心警察学校那边，旁边的万方路，以前还没有新农路三段，没有到往那个现在的新农路三段那边，就到警察学校那边开始，新农路就在那边，那边以后呢就往这边北。往这边就是万方路，然后接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台车线的木栅路这个地方。那后来才去开通木栅路，就是新农路三段，就这一条，啊，才把它开通，啊，要不然在这边以前是小路而已了哈，以前就是走，主要是走这个万方路这边，万方路这边哈，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保甲路。另外一条就从这边开始，那这边是哪里？这边就是那个新农路跟新泰路的路口那里，那新农路跟新泰路路口这边就有一个新德街，这个新德街就会沿着山边走，然后走过来，就会跨越那个走过去那个新泰国小旁边那一条新泰路的101巷，101巷就往这边跑，就会接到这个我们讲站南古道这个地方啊，所以整个这一边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段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岭头古道。岭头古道，那岭头古道下来这一段目前是没有，因为那边有一个世界山庄盖在那里，所以这个路已经没办法通了。那早期在保甲路的时候，可以从新德路这边通到这个接到这个主要的这个道路这个地方。好，这个是第一条路。那第三条，这个蓝色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军工路，军工坑那边。那军工坑这边也是从河边这边开始的道路，然后往北经过那个这个就壮心隧道的东边，然后再往下去到那个富阳生态公园那里。好，所以这一条也是主要的保甲路。好，所以那时候我们所看到往那个和平东路那边，往六张里那边就有这一条从金公路沿着金公路的东边东侧的一条路一直到这个地方来。好，那这边就可以有主要连接啊，连接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边有一条就连到这边来，那这个就连接在一起。好，那这个是主要的保甲路。那另外我们所看到那个绿色的就是有一些小路，那这些小路呢，像这一条就现在很重要，就是我们讲那个皮内坑古道，或者讲全山古道。那这个皮内坑古道就从木栅路四段159巷进来以后，就会接到这个原来的是淡蓝古道，那从这边下来就是我们讲的岭头古道，那从这边接过来就会接到那个中埔山这边来。好，那我们中间所看到的有一条可以直接跨过中埔山，就连接到原来啊这一条这个保甲路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中埔山那边往富阳生态公园的那一条路，好，那条路，好，那这个所以这边可以串联的路，我这边等一下要讲的就是这一条还存在的啦。存在就是这一条的那个皮内坑古道，或者讲全山古道，那这一条不见了，这一条不见了啊，因为山区开发这两年不见了。那这一条小路还在，那小路还在，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也不见了，所以没办法。那所以等一下会从这个地方，富阳生态公园这个地方会连接到这个六张里。好，那从这边上来，我们刚才讲这个是崇德街嘛，从这边上来就是从那个清水祖师庙，就是那个石泉眼清水祖师庙这边开始，
那开始就是上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领头。那领头，那领头哈、啊，领头就是属，就是主要就是比较高的地方。那那个五帝闽很有意思，五帝闽哦，他那个日治时期的那个地图他写哈、哦。你俩看麦来，土地公命，你不知道哎、欸，什么叫做土字公命啊？哈，土地公命啊，土地公啊，土地公啊，爱用闽南语发音的土地公啊，土地公，那、啊、土地公这个人比较有学问，就用字里的字来当做是那个地名哈，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土字公命的哈，实际上是土地公命的哈。那所谓土地公理上面，就我们讲就所谓的领头古道，所以这边就讲领头。那领头这边刚好就是从这个玄山古道上来，从这个地方新德路这个地方上来的领头古道，跟往下就是讲那个茶路古道到那个清水祖师庙那边，所以这边刚有一个汇合点。那这个汇合点如果往继续往崇德路走，就会走到深坑去；往这边下来，就会到河边集美溪的河边去哈。那往这边走。往这边下来，领头古道就会接到中埔山，然后往就下到集美这边来，那也可以往北，就走这个富阳东海那边到六张岭这边，好，所以这边变成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就从这个主要的这个淡蓝古道延伸下来，好，这边就变成有那个十字路口，好，就是一个交通汇合的地方，啊，那个就是从我们台湾宝图里面这些小路所汇集出来的。这个路图，大家看一下。好，那文字上的说明哈、哦，就主干道就从现在这个和平东路跟基隆路路口这个崇德街开始，然后往上就会经过护德跟木道深坑的北深路，啊、哦，这个是主要的干道。另外从木栅路一段五段到深坑，这草地超点位这个地方，跟那个原来这个主干道汇合，那汇合以后就到石碇去啊、哦。那这个主干道上面这一条就是以前。淡蓝古道所扩大的路，那个路径大道。好，那宝甲路就从锦龙街这边开始，就是罗斯福路跟锦龙街交口这个地方开始，然后经过新农路二段、三段到警察学校那边就走万方路。那万方路、万方社区上面那个以前叫做坡瓜卡山，坡瓜卡。那坡瓜卡是什么？坡瓜卡这个坡瓜哈，坡瓜就是一种白柚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国语讲叫做包柚了。包邮，但是呢，你如果跟老人家讲说破瓜油，啊，我无啦，你讲破瓜油，哎，破瓜就是破瓜油啦，就讲破瓜啊。所以包邮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强调那个邮是白邮的东西啊。这事实上就是破瓜。那他们那时候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种很多那个包邮了哈，包邮，所以那个叫做破瓜山，破瓜卡山。那破瓜卡是什么？破瓜卡就是破瓜卡山的下面啊，是三角。它、啊、这个地方就是指那个捷运木栅站那个附近，捷运木栅站靠近集美溪那个附近的平地叫做坡瓜卡，那往山上就过坡瓜卡山，那个就形成万方社区。来，请讲。是那个深坑那个炮子文啊？听说那个也是一样，嘿。只是他写成炮。对对对对，他写变成、那個。所以应该是念坡瓜。坡瓜轮，哎。坡瓜轮，对。但是呢，我们另外你讲那个坡瓜哈，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那个正大操场哈。就是指南溪汇入集美溪那个地方，那个以前是叫做渡口，以前叫做渡船头，渡船头那个地方呢，它也叫做破瓜喇，但是那个它那个破瓜喇就是指那个黄藤，就是做那个家具的那种藤，哎，那个叫做刺藤嘛，藤类的，那就跟我们这个破瓜就不一样啊。好，那这个就是刚讲，就是新店那个炮子轮跟这个坡瓜卡霜哈，都一样是包邮的东西。好了，另外从新农路呢，跟新泰路出口交口那个叫有一个新德路，那新德路呢到新泰路101巷四段101巷，然后会接到军工路的66巷的军工坑那个地方，啊，这个也是一个路。那往上就会到土地公岭，然后再接到崇德街，我们讲那个主干道，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岭这一条很重要。好，土地公路接下来会连下来到新德路这个地方。那军工路东车经过现在最中间隧道东车到和平东路三段636巷这个部分到六张里这个部分呢，这个路
现在都没有了，因为那个地方做很多山坡地的开发，所以都不见了。那另外所谓小径的部分，就从新德路跨越中埔山到牧羊生态公园，那从牧造路四段159巷，然后会接回到崇德路去，那崇德路往下就会接到和平东路三段631巷，那这个整个都叫做皮内坑古道，那往六张岭那个地方叫茶路古道的一部分，好，那这个就是我整理下来就是有关金美溪右岸的这个古道。好，那另外这个图就告诉我们，我们站在这个岭头这个地方就有几个古道了，第一个古道就是往六张岭这个地方的茶路古道，那这个就全部是普德宫，就是那个六张岭那个公墓了，那公墓就崇德墓园了，就成立六张，那这一点就是崇德街，那崇德街就是弯弯曲曲就会到深坑去了，那车子没办法直接往深坑那边下，可以到蓝港去，可以接研究院路到蓝港去，那到深坑到普德公墓那边就没有了，就变成要走路才可以到。那另外就是往那个木造路四段159巷叫全山古道，啊，就全山古道哈。那另外有一条是往刚刚讲那个土地公林古道，就岭头古道，就是从接到那个万丰社区，那边的这个军工山那边，就土地公林古道。那另外再往北一点，往东一点，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有跳舞古道到，那个叫吴新街600巷那边。所以这边就有几个古道，一个是跳米古道、茶路古道、土地公林古道，跟这个一般他们有讲是全山古道，那应该讲皮内坑古道。好，那我这边来把这个跳米古道、茶路古道、全山古道跟土地公林古道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有人很厉害了，先画这种图，那这种图就是把附近那个山路全部都画出来，那这一条就是我们讲刚刚讲那个崇德街，那崇德街这边我们刚刚讲这一条就是皮内坑古道，这个土地公园古道，然后这个往这个茶路古道这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往那个就是那个跳岭古道，那这个就四通八达，四通八达连在一起，把附近那个山路从富阳公园、普洲山公园能够接到中埔山这边，然后从中埔山经过军工山，连到世界山庄这个地方，再往北可以到这个岭头这个地方，整个登山路线一直往东可以到蓝港去，整个做一个串联了。好，那这个是属于蓝港山系的西半段，那蓝港山系它就是从那个蓝港那边开始，然后一直往西，一直到公馆那个蟾蜍山，接到那个宝藏岭那个小观音山，整个是连串在一起的。那之所以叫蓝港山系，因为它最高峰就是在蓝港的叫做土富岳389公尺，那这个土富岳呢也叫做大平山，那边有一个一等三角点，是在深坑跟蓝港的中间的一个界限。那这个也是类似，那这个就比较明显，就是全部是爬山的路线，那从这个福州山这边上来，然后到中埔山，中埔山这边到军工山，军工山往下去到世界山庄这个地方，那到世界山庄这个地方就往那个岭头古道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到六张岭的茶路古道，然后这个地方就跳米古道，就连在一起。好，这个是属于那个整个这个登山路线，给各位参考一下。好，那现在开始，好，先谈一下，我们刚刚讲这个就是所谓的主要这个就是淡人古道，那这边从这边下去有一个跳米古道，那这个跳米古道是从信义区的福兴街600巷100弄上来这一条跳米古道。不过喜欢登山的人、喜欢走古道的人都很不喜欢走这个路，为什么？因为都是一阶一阶，太工整了，虽然是古道，但是完全没有古道的味道，踏不到半片泥土，所以他们都很不喜欢走。同样的，从这个淡人古道往茶路古道也是一样，全部都是水的石阶，所以也不好打叉叉。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往全山古道、土地公园古道，这个都很好，因为都是泥土路，所以很好。那当然，但是不好也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从
福兴街六百巷一百弄进来，就是有一个跳米古道的一个啊一个指标，好，然后往这个是他们这边的太和里，然后往前面旁边，它就有一个德兴煤矿的遗迹，啊，那这个煤矿在这个地方来保留这么完整，相当不容易了啊，这个就是再往我们要跳米古道登山口。五星街六百巷一百路旁边就是有一个德兴煤矿，那就有把它做一个做那个保留下来，然后做一些台车到煤矿的这些意象，弄得还蛮不错的了，我觉得。好，那这个开始就是我们讲往跳米古道的牌楼，那这个牌楼呢，事实上它是指这个新坡岭的跳米公庙。那各位注意一下哈，如果你看到哈，以前地名就被变成新坡的哈，大部分都是应该是皮的，大部分应该是这个，好，那后来改成这个，那皮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灌溉的那个皮塘，好，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在那个什么区啊，新地区不是有一个叫做中坡？你那个现在应该中皮了，好，那我们刚刚讲坡内坑，应该就是皮内坑，所以你看我都练皮内坑，我不会练坡内坑嘛。同样的，这个应该是新皮岭的，好，我不会了，应该是我这边按的，好，应该对这边的哈，对这边，它电脑在那里，好，这个新皮岭的跳米古道公庙，那这边因为有一个跳米公庙，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叫做跳米古道。那跳米这个跳是粗米，粗米叫什么？打米要去卖啊，哦，就是跳米。啊，我们讲买米，我们叫嗲米，对不对？嗲米那个叫入米，入米。那这个是粗米，哦，这个字是这样子弄。所以粗米就是他要卖米，拿米来卖。那这个因为有一个跳米公庙，所以叫跳米古道。好，那。跳米对，跳米一样，跳米对，打米要去卖，嘿，粗米，嗲这个你讲跳米无唔对吼，啊，如果嗲米就是入米，哦，入米，跳米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跳米古道的入口，那你看全部是这样子，古道被搞成这个样子也，哇，是三条线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只要过度戒色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就是希望不要做了就算了啊，要不要做？那旁边就是有一条溪流，啊，溪流啊，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往上走，那就全部是台阶了，啊，全部是台阶，那台阶就往前面走，就会碰到跳米公庙。那这个跳米公庙就是以前就是。他们在这边会休息，那休息就是盖了一个小庙，然后嘉庆年间就有了，是道光吗？道光对，道光年间盖了一个小庙，那这个小庙就慢慢有被翻修变大了哈，这个跳米公庙，啊，那这个往上去跳米公庙就会接到，我们刚才跳米公庙从这边开始上来，这边。这边上来，到这个地方就会接到那个崇德街。那往崇德街，这边跳米古道在这边哦，走上来这个跳米公庙在这边接上来，旁边就全部是坟墓区了。所以崇德街的两边都是坟墓，都是公墓，就是往崇德公墓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下来这一条就是我们讲全山古道。好了，下去这个地方就是石泉眼的积水祖师庙，就是那个茶路古道。这个往这边叫土地公。土地公岭古道，土地公岭古道就会接到那个中埔山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就是那整个从跳米古道上来，这一条短短的了哈，所以上来接到崇德街，然后再往东边走，然后就会有三个古道接在一起了。好，那我们从这边走，就会有一个路标是文山区木栅路四段159巷，这个159巷就会接到那个崇德街，所以整个崇德街就是大安区、信义区。文山区的交界就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指标，告诉你这边是往茶路古道，这边是往
新皮山，我常常看他就写新皮山，有没有？写那个皮场的皮，那这个皮场的皮就是这个两个字是一样的啊，两个是一样，所以他就写新皮山啊，啊，那湖州坑山那边，啊，那这个地方，那另外有一边就是往土地公里，土地公里就是会接到军功山跟中埔山，所以他们这些指标弄得很厉害，我这是常常每天在山路上啪啪走的啊，都知道这一条。土地公也可以接到军功山跟中埔山，可是大部分人会找不到，因为它被切断。那切断那个路很小，很不明显，所以大部分人都没办法那么容易找不到，要人带啊。那你看往土地公你这个地方的路，全部都是这个水那个泥土路的哈。啊，这个是往土地公里。那另外就是这边就是全部是崇德公墓，那这崇德公墓就有一些什么慈恩园啊，什么这些。放那个塔位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往那个石泉眼的步道，那所谓的步道就全部刚刚跟我们跳岭步道一样，全部是台阶，一阶一阶爬上去。好，那起点就在哪里？就在那个六三里的那个，哎，现在叫和平东路三段的631巷，对，631巷的尽头就是有一个石泉眼的清水祖师庙，那一样这个。清水祖师庙也是一样，是福建安溪人的信仰。所以福建安溪人的信仰在我们文山区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清水祖师庙，一个是保仪尊王的那个吉庙系统。那这个清水祖师庙就是那个，哎，主神就是清水祖师。那清水祖师也就是欧米周书了哈，因为他在山洞里面，在那边修道，那有人要把他逼出来，就烧火，然后但是他没有出来，整个脸就被熏黑了，所以叫做欧敏周书。那这个欧敏周书呢，三峡那个长湖眼就是拜这个清水祖师庙。那清水祖师他很厉害的地方是说，有一个传说了，就是说如果说地方有一些大事情要发生了，他鼻子就会掉下来，就会掉，就市井这有大事要发生，然后大概该注意一下，就有这样的传说了。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落皮祖师啊，落皮祖师哈，所以很多名字，那很多灵验的事件啊，所以就被那个虔诚的信仰。那所有的这个清水祖师庙呢，它一定是在洞里面，所以它的庙呢就是这样，石泉眼，三峡那个叫长湖眼，好，然后我们那个集美这边有一个叫做万庆眼，一个叫汇源洞。反正清水祖师的庙啊，一定是洞或者岩。哦，你注意看，全部都是这样的哈。所以万华那个叫什么岩啊？万华那个叫做那个名字我一直记不起来，也是什么岩的了哈。啊，这个地方石泉眼，就是因为那边有那个石头旁边有冒出那个泉水，啊，所以那个地方就叫石泉眼清水祖师庙。从那个地方开始，那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石碑，那这个有一个是文献会写的茶路碑了哈，就从这边起点。那因为另外有一个比较早的，这个是在同治九年的时候，叫做重修关山岭路什么碑？路桥碑。好，关山岭是什么？关山岭就是关山岭，全山呐、啊。滚山岭，我们往这边就是我们全山堡啊，它这个就是要往全山堡的，因为深坑石地墓葬，这都是全山堡，所以就是重修滚山岭的龙桥碑了哈，龙桥碑。那这个滚山岭就变成关山岭，关山岭，滚山很像了哈，所以这个关山岭就是全山岭的意思了哈，就跟刚刚我们讲那个修路那个东西一样了哈。就修路哈，这个一样都是用闽南语发音会比较准，然后写成文字有时候会被误导它的意思啊。就是有两个这个很重要的碑文，在这个地方啊，这是文献会后来立的啊。这个主要是告诉你这个是以前的茶路了啊，而且茶的来源还有那个从那个石地那边挑茶那边来卖啊。那这个就是以前在同治年间修路的时候所立的一个碑，那里面就有很多捐款的啊，这些善心人士。就是在入口的地方就开始有这两个碑啊。
那这两个碑就是，大地工程师就列出来叫做四千年步道。那四千年步道我们就称为潮路古道。然后往潮路古道往上走，就会走到土地公岭跟全山古道，就会连接在一起。那登上去往回看，这个就是万千年的四千年的金水祖师庙。那这个就是一个在山上面的一个叫奉圣宫。奉圣宫，那这个整个四泉眼清水祖师庙跟奉圣宫呢，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庙，就是他们大安区在那个大概是农历正月十三的时候有一个娘娘宫的活动。这个娘娘宫是在他们大安区有五个村落轮流举办。那我那一次参加就是他们那个在那个六张里他们主办的。那娘娘宫是什么？娘娘宫就是娘我们集美的这个安宫。好，那安南为什么要娘娘宫呢？因为安宫啊，曾经那个传说玉皇大帝啊，有赐封安宫为驱虫害神，驱虫害。那以前农业社会很怕虫害啊，所以呢，他们就知道保卫尊王有驱虫害神的神格，所以呢，就会来我们集美请保卫尊王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巡田，然后避免虫害发生，能够稳土丰收。整个台北市那时候都在正面娘娘宫，所以有一首歌叫做《桃花过渡》。桃花过渡 ，ALDA，ALDA， 你的海和天海，重点不在这边，重点是第一句。这第一句唱什么？正月人啊，人也红的路，看看，正月人也红，红什么红？娘娘宫。台北市正月农历正月在娘娘宫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歌曲的正月的重点。你看这个安宫当初多厉害，所以这个安宫现在是因为已经不是农业社会，已经不认识它了。以前在农业时代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供给安宫打开的，对吧？肃然起敬的，因为它能够驱虫虫害嘛。那驱虫害厉害到什么？有那个徐老说，那个保卫尊王的那个我们不是讲有那个，就是那个在娘娘宫都会贴那个入关条，贴在墙壁上，那个蝗虫碰到那个就焦起来了，烧焦了，还打完够了，我够了，很厉害啊，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啊。所以娘娘宫哦，这个事情不得了。所以呢，台北市就是文化部啊，文化部曾经有那个立委委员咨询啊。好像那个我们现在当文化部长那个什么立军呢？郑立军也是有参与的哈，就咨询说，曾经在台北市有这么重要的一个祭典，为什么文化部都没有任何的努力？那文化部就指示台北市文化局去办理，台北市文化局就叫文献会去处理，所以新北市跟台北市同样在进行这个安宫的调查，调查完以后，在台北市这边比较积极。准备先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学术研究，再来就准备来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安宫的这个娘娘宫的这个祭典的文化活动，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所以你如果以后知道有这个活动，你就不用太压抑了哈，因为你现在已经大概知道了哈。那这些都是在娘娘宫的时候会参加的庙宇，因为反正这个娘娘宫的时候，地区性的庙宇都会参加。都会参加一起绕境的活动啊，所以你有兴趣的时候，就会有在正月十三在大安区，然后中山区大概正月十一，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哦，都会有。这个是曾经是很疯狂，那是现在就是慢慢就是没落了。那曾经我知道在听说在那个四大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普村街啦，啊，有一个老人家呢，每年都还在那边拜拜娘娘宫，后来。那个老人家走了就没有了，就是很多人他会很传统的觉得就是过去的习俗就会延续下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四泉眼清水祖师庙上来，一样都是这种水泥，然后一路走到底，这样蛮累的，全部是阶梯的。那在上面一点，好，就会这个就有这个狮子出现。那，这个狮子不是庙的狮子，是木的狮子，所以它上来
好，上海这边就开始全部是我们刚从上面所看下去的墓园，所以走到上面就是这样的。啊，走到上面这个样子以后，就变成开始就是往我看你要往哪边，往跳明古道，往这个这个全山古道，或者往里头古道，就从这边开始做分界点。好，这边分界点再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一条就是崇德路，那从这边上来就是皮内坑古道，然后这边下去就是那个潮路古道。这个石泉岭就在这个地方，石泉岭清水里面，往这边就是那个里头古道，里头古道所以那就地名这个叫皮内坑，这个叫军工坑，那个叫做这个叫做树份，这个叫六张岭，六张岭，那这个就是坡瓦卡，坡瓦卡拼，坡瓦卡拼，刚刚讲那个，那这边开始，这个今天跳的比较厉害一点，那这边开始就是讲那个皮内坑古道，那皮内坑古道就从木造路四段159巷进来，那为什么叫皮内坑？因为以前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经过那个地方就看到那个新兴客运的修车厂，那个新兴客运就是以前的一个皮塔，灌溉的那个皮塔，这个地方刚好是那个皮塔的内侧，皮塔的里面叫做皮来坑，那个大皮的里面叫皮来坑，皮来坑，皮来坑呢，这个皮来坑是那个地方的地方名称，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国小叫做伯家国小，为什么叫伯家国小？这个伯家就是坡嘎卡，坡嘎卡的变伯家，翻译的还不错了理论上应该叫做坡嘎卡国小了但是它不会坡嘎卡，就是延续那个地方的大地名，就是木栅捷运站那个附近叫坡嘎卡那皮内坑这个算是比较靠近山边的，那这个伯家国小叫做坡嘎卡，所以坡嘎卡就变成伯家，刚刚水就变成江子翠就这样。被改的我们都不认识这样这个地名这样所以婆家就是坡嘎卡那这个就是进来就是有一个台坦的那个以前的仓库，这个仓库现在也是算是那个委外给文创产业的那它的名字叫做159文创园区159是什么？159是159巷，现在很流行这个嘛159叫159，所以我们集美这边有一家318咖啡，不晓得你们去过有吗因为它是锦溪路318号，所以叫318咖啡，没有什么特别，不是他阿公的生日都不是啊，就纯粹只是门牌号叫318号而已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台南的仓库，那这个仓库就是有留下来给他们文创业来做使用，事实上他们应该要开放，但是我看门大部分都关起来，台南的仓库，所以这个地方的电线板叫台南干，表示这个地方。以前台南很多地在这边嘛，所以这个电线大概就在那边。各位你注意看这个电线杆叫什么？叫什么地名？那个很重要那个你注意看这个电线杆会有多重要蛛丝马迹。像我们这边有一个电线杆叫新一干，那新一干后来这样对起来，那个新一干就是那个电要拉到那个新一煤矿的地方，所以那个电线杆名叫新一干那个。这个都是有它的原因，就台糖干就是很多台糖的土地，它就从这边它的后门有一个小路把这个山坡开了，坡开这边有一个小路进去好，那旁边，对不起，旁边这个地方这个地都是台糖的，可能以前做干子的地方很大，还蛮大的然后贴起来叫你不要占用这样子那个蛮大，这个范围蛮大的，这个应该可以来做那个青年住宅。青年住宅盖在这边就对了，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严格来讲，它离木栅捷运站里面很远，走路可以走到，那你弄个硬拜口这样子也可以接到那边去。走路可以走到，应该不是不知道台大就有一块地在这，我也觉得很奇怪，应该不是当仓库了，应该当仓库，应该不能讲那样，所以应该是不能动，不可能，太冷了，对，不够热，对，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他仓库反正不晓得，就是一块地很大是台糖的就对了，那旁边也有一个仓库，那这个现在空在那边了，空在那边，那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还蛮好的，可以规划的地方，其实这边也很多人住在这里面，那往这边，
们这边就往前就有一个皮内坑公园了。那这个皮内坑也就是他们现在所谓的伯家山了哈，伯家山。那这个伯家山呢，其实不是以前的伯卡卡山，不是，是现在的命名叫做伯家山，因为那个地方地名叫做伯家的，啊叫伯家山。那这边有一个伯家皮内坑公园啊，好，那这边看到那个皮内坑溪有没有？皮内坑溪，这溪流就出来了哈，出来。因为你注意台湾的旧地名哈，只要什么坑什么坑啊哈，就是有溪流，啊，比如皮内坑。一定有皮内坑溪，因为所谓坑就是两个山之间的山谷嘛，所以军工坑就有一个军工溪，因为也是一样啊，都是这样。像你的墓葬那边不是有一个阿全坑吗？阿全坑就有阿全溪，啊，都是这样。所以有坑啊，猴山岳那边就有猴山坑，啊，那个也是一样啊，在深坑那边有很多啊，深坑有很多像那个叫什么？刚刚讲那个泡子纹坑，啊，类似这个，都就是坑，就是两个山谷，山之间的山谷，山谷一定有溪流，溪流才可以水，才可以能够流出去嘛，哈，所以就是皮内坑溪。好，那往里面一点就有皮内坑溪被搞成这个样子，就全部用这个水泥工法，哦，然后搞得完全没有生态了，啊，这个是我们以前有一个顺口溜，就是水绵。水泥两面光，生态死光光，就是这个东西。哦，那是便宜形式，因为这个很宽，对吧？哎，把膜定点灌过来 ，OK 啊。现在应该都不会有这种做法，现在都是要用污染水去堆成那个，啊，堆成它那个河道的坡面，总是要进步嘛。要不然你看这个东西，哎，在那么乡下的地方看到这种。跟景观之间的，啊，反差太大了哈，所以这个也是皮内坑溪，很粗糙了哈。那走到里面就有一个田尾土地公庙，啊，那这个，哎，我写错了吗？田寮，对不起，田寮，寮就是寮啊哈，就是放农具的地方，参寮啊，田寮，我写错了，田寮土地公庙。那这个土地公庙有一棵樟树，老樟树。被我们台北市政府被列为受保护老树的老樟树，那这个土地公庙就在老樟树下面，啊，这个还蛮漂亮的，这那个土地公庙旁边就北二高，怎么样？就北二高的这个桥就在这边，好，那这个就是田寮土地公庙，好，那这个我们看，那这个就是以前比较传统的这个庙宇的形式了，啊，哈，小小的这样。土地公庙，然后就在树底下这样，哦，田寮土地公庙。那往上走就有这样的一个建筑。哎，那你看哦，这个建筑是什么？我们讲以前叫做骑楼、楼卡，表示它这个一整排哦，是有那种连在一起，然后可以让人家走在里面的地方。那我就发现了，这个有可能，这个地方极有可能就是以前在整个那个。从那个茶路古道六丈岭那边跳到这边来的时候，在那边休息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有这些老房子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就是以前的商店了，啊，但是现在当然都没有了，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好，它这个门牌号，啊，它是，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台北县的木栅乡。台北县木栅乡这个牌子就是民国57年以前的。民国57年，台北市变成院辖市以后，56年变成院辖市了啊。然后隔一年就是正式成立，正式成立以后就把整个台北外围的那个乡镇全部并进来。啊，从南边开始就是景美镇，再来木栅乡，再来南港乡，再来内湖。再来士林北投，哦，就全部划进来变成现在台北市，哦，那这个所以以前木栅叫木栅乡，所以是台北县木栅乡的房屋的那个税基牌，后来就变成什么木栅区，哎，民国木栅区就是57年到民国79年中间，民国79年就变成是台北市木栅，就木栅区了，啊，就用这种牌子，啊，所以这个老厝里面就可以看到。三个时代的
这个门牌号码。好，那对不起，好，那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皮内坑溪上游就比较就这样自然的河道，就是我们皮内坑溪这样的河道。这段河道里面就有人放一个洗衣板在这边，这个洗衣板是水泥做的，理论上它应该用就近的石头在那边洗衣的哈，但是因为可能这个比较粗糙，比较有那个坡度，洗得比较干净，就把那个我们很一般正常的洗衣板，它可能那个用酒泥融合哈，阿改洗衣板卡了呀呢，卡了后就纹路出来呢，所以变成有一个放在这个洗衣板，表示他们还要在这边洗衣服，啊，就在那个住家前面一点的溪流旁边。好，那再往前一点，我今天这个跳的，好，这里有高架高速公路的这个桥墩，这个在高速公路的路背那些什么，它的那个路界，把这个围起来，因为怕有人去破坏开垦，所以把它围起来。这个就是高速公路里面的，啊，就这个桥墩哈，经过这个地方。好，那往上就开始就是比较自然的步道，啊，往上面走。那往上面走，就会经过这边，就也一样，又有人种槟榔树。那这个槟榔现在都已经没有在收成了，就没有了哈，没有。啊，那种的人大概也都老了，而且今年不愿意种，所以就弃置。啊，那这个也都是我们生态的杀手了哈。那包柚就是这个，啊，就很大的那种白柚，那这个听说都可以去采，因为他们也不想采。所以中秋节到的时候可以去那边采，好，这个是包柚了哈，哦，坡瓜哈，坡瓜卡，好，这个那这边就是他们的这个小的产业，水泥的产业道路，因为旁边还有他们还有种菜，啊，这个是领头的谢家，那谢家就是一直住在这边很久的，好几代的那个一个这边的农户，那上来就是我们刚看到的159巷这边，然后到崇德街这边的，啊，这是整个。皮内坑从159上来的状况，好，那我们往下，六张里潮流古道，我们刚刚也走过了，现在我们要来走什么？走土地公园古道。那土地公园古道这边开始进来，就是往安陆宫，啊，它全部是这个泥土的道路，它这边有一个三角点，它旁边有种一些绿竹笋的哈，绿竹笋。好，那走下去全部是泥土的。就会碰到那个安陆宫的后面，那很多人不知道安陆宫，难不成是供奉安陆山吗？当然不是啊，安陆山怎么会值得你来拜他呢？哦，那个是长桃差点回在他手上的嘛，哦，不是安陆宫，这个安陆就取的平安福禄的意思的，哦，所以安陆，那当然会让我们联想，每次你看这个安陆宫，好像觉得是跟安陆山有关系，这是它背面这个带。到前面，然后它的名字叫中正岭。为什么叫中正岭？等一下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有人去安陆宫过吗？没有哈，哦，那应该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好，哦，这个安陆宫，然，哦，后就是主要拜土地公了，啊，哈，哦，福德正神土地公。但是旁边跳一下，好，哦，这是谁？哎。他有供奉苏中山，讲中正，讲金国，哎，所以他就叫中正岭，就是因为有人对他特别敬仰，哦，所以就把他有他的雕像，哦，这个蒋公骑马的那种，哦，蒋公的骑马直接供奉在蒋经国，啊，有两个摆了，哦，所以他们可以变神这样子。但是哦，这种适可而止啊。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哦，如果说哈，哦。人死的真的是很厉害的话，哦，那应该蒋中正不能让他们蒋家的王朝结束嘛，对不对？可见这个差不多就好了，哦，泥菩萨过江了，自身难保，哦，啊，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哦，这个安陆宫里面就有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好那这边很重要，重点不是安陆宫其实是后面的人肉的，重点在这边，这个叫做岭头石碑。哎，这个岭头石碑很不得了，这一块石碑是嘉庆乙卯年弄的呢，乙卯年大概1819，嘉庆年间就有这个石碑在这边，表示这一条古道在嘉庆年间就有了，哦，所以就有人立了这个岭头石碑，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岭头古道，就是从这个。
起源的啊，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字是后面人家秒的，他秒，那这个秒的人很厉害哦，他不算秒哦，不算秒，还加字，你看哦，这边是加庆乙卯年年月重修，对不对？重修表示更早就有了，对不对？另外万众生，你不觉得万众生很突兀吗？而且刻在旁边，这个就是安禄宫哦，那个来这边建庙的人。哎，他觉得说哦，这是大家做一弄的哦，万众生啊，万众生啊，哦，大家一起捐钱弄的，不然自己家的这样，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是我们学员去研究去特别去拜访他自己讲的啊，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就是理论上是应该只有到这边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一个万众生这样子，哦，所以他自己弄，啊，这个也是他描绘的，用那个啊，哦，用金漆描绘。他这边有一个庙叫辟右宫。就是土地公庙，小小的，所以这个安禄宫变成是庙中庙，就是大庙是一个安禄宫，下面就有一个小庙，就是辟右宫，就供奉那个福德正神土地公，旁边就有一个领头石碑的，嘉庆年间的古石碑，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哦，很厉害的一古石碑。那这个古石碑是现在文山区现存最古老的石碑，就在这个地方。哎，不是，该拜这个土地公庙。哦，也在拜了啦，哦，也在拜，对对对，也在拜。哎，决定拜什么意思？我忘了呀。拜万众生。万众生的啊，拜万众生的。这个理论上，他把它当墓碑吗？应该不是，因为他这个地方是谁的？谁捐钱？捐钱捐多少钱？他，啊，那个庙祝是认为说，啊，那我快点给他叫人关呢，一点够多嘴了嘛，众生啊，所以他就加这个字。那时候感谢了，我就觉得他是基于这种，饮水思源的这个，好像有心境，所以拜个香炉再拜。我还没有注意到，他让我香炉再拜，你眼睛好亮哦。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就是土地公这边有，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香炉在这边拜。哎，这个土地公庙就小小的，就像这种跟我们桌子一样大这种小庙。好，哦，这个就是领头古道的这个石碑跟辟右宫，哦，这个最有意思的，最有。然后再往下一点就有石君岩。哎，看到这个石君岩就知道是谁了哈，拜什么呀？拜清水祖师嘛哈。刚刚那个石泉岩，这个石君岩啊，这个石君岩就是啊，清水祖师你家？哦，清水祖师在桃树岛的呀。啊，他是出家众，所以你看他带一个那个啊，那个那种那叫什么庙？西天唐三藏那一种帽子。好，那有开始有争议啦。哎，他明明清水祖师是。出家众，为什么你正月初六三峡的长湖眼清水祖庙要杀猪公？对不对？为什么要杀猪公？而且要比赛，对不对？不人道的方法是养猪养大，然后比赛一只1000多公斤那一种。好，要讲到这个事情，又要讲到不女的事情。不女，孔子曾经说，不是有对话吗？他跟他弟子就对话，他不是说什么啊，看那个杨牺牲很可怜啊，没有被杀掉，说如爱其羊，吾爱其礼，就这个意思了啊。就他是一个古礼，那为什么明明清水祖师是出家众，他是假财，为什么要上猪公？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因为清水祖师他也算是地方的保护神，所以他会有天兵天将，这些天兵天将吃素吃荤，哎，所以。才有这个冲法，是这样来的。哎，有道理啊，哎，有道理，这公也通了哈，公也通，所以这个古礼就被延续下来。虽然很多环保人士呢，一直在抗议说啊，这个不能当烧猪公，可是呢，这个就是他们的传统礼俗。任何一个那个，正月初六保就是那个清水祖师爷诞生的那个圣诞纪念日，一定都会有烧猪公，啊，都有这个事情啊，这个石君岩。不是公公这个清水祖师啊，哦，就在下面而已。那旁边就有一棵榕树，也是受保护的老树。那好，那往下，哦，我们刚讲石君岩就在这个地方，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对面就是世界三庄，这个世界三庄。那世界三庄这一条路啊，这一条路是新庄进隧道还没有开之前，从木栅军贡路通往六张里。那边的道路，那这边变成有两个巷子接起来，
这个巷子就是一条，一条就是和平东路四段六十六巷，一个是和平东路三段六百三十六巷。那往这边就是六十六巷，往这边就是六百三十六巷。那以前这个叫军工路，好，因为它跟和平东路连在一起，就改成和平东路四段了啊。那和平东路四段听起来好像很市区了啊，它事实上是过一个隧道，是很郊区的地方。好，那这个就是在双溪隧道还没有开始前的一个变道，啊，就小路的变道。那这个往六张里，这个往军工路这个地方啊，好，那文山区这个地方你注意哦，因为它整个山都隔起来嘛，哈，所以任何要往台北市的方向，一定都是要透过隧道。比如说我们信义支线快速道高速公路的信义支线那边就有一个文山隧道，文山隧道叫做庄敬隧道，庄敬隧道再过来就是那个捷运从新安站再往六张里要经过隧道，再来就是新安隧道，有没有？都是要山，还有一个隧道我们都不知道的，叫做新湖隧道。那个新湖隧道就是在那个蚕子山下面，啊，那个可以直接通到公馆去。那个里面呢，就是那个战争哦，要逃难用的，因为那个是机密哦，不能给外面的人知道。老师，我们录影没？没关系啦，知道都知道，故意讲的。你们知道那个蚕子山上面不是有雷达吗？那个是空军作战指挥中心，所以注意哦，那个如果有战争的话，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军事的指挥中心，很重要的基地。那它有一个隧道是可以通的，但是我们都不能走。啊，每次建设公司那边盖房子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以后就会通了，只是过去就是公馆，从二十年前到现在还没通过，搞不好真的有一天会通了啊，说不定就是两岸之间不再有机会打仗的时候就通了。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中心隧道哈，跟那中心隧道这个往中心隧道，这个是六十六巷，好，这个就世界山庄。这个路口你看以前是这样子哦，很多很多这些指标啊，现在我这次去看，哎，变得很干净，结果设了一个路标，其他东西都不见了，什么台和公司啊，什么鬼东西都不见了，这两个是同一个地方，我们是照的比较远啊，结果就是都不见了，变成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就变成它是有跳米古道登山路线，我不晓得为什么还要写跳米古道，因为跳米古道离这边很远啊，他应该写岭头古道。那这些写这个不知道谁帮他写的，我也不知道。你看跳米古道在这边哦，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往这个地方，好，哦，这个地方就是六十六巷，我刚刚讲下了就六十六巷了哈，哦。然后往这边就是那个石居岩，就是安陆宫有没有？安陆宫往北。就是土地公里嘛，那土地公里到这个就崇德路，那崇德最小就崇德路嘛，崇德路往前面一点就是往那个平内根古道，往这边就是往那个潮路古道，再往前面一点才会接到跳米古道。那跳米古道根本不会接到这边啊，那跳米古道是要崇德街往这边，他是说从这边走啊，沿着这个崇德街走到这边才下去，所以跳米古道是在这边，这边是崇德街啊。可他画这个东西好像这个是山路一样，啊，他就叫跳米古道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跳米古道，这有一点是信义区那边的人来弄的吗？应该叫做岭头古道，岭头古道或者讲潮路古道，目标比较大，用一个跳米古道，离这边有点远，因为跳米古道在这边呢，在这边呢，对，跳米古道在这边，那这个地方在这里，那怎么会是跳米古道？应该讲。岭头古道的登山路线，有机会跟他们建立一下，这是哪个单位啊？啊，他有介绍，我念给大家听。全山堡是文山一带的旧名，早期因新店景美木栅深坑石径一带山势起伏，就像人的拳头，因此命名为全山堡。光绪年间改为文山休憩的文山堡，日据时期度。名为文山郡。1979年，台北市政府将木栅区、景美区合成文，变成文山区。文山区、大安区的交界就在这个地方，山脉山峦绵延啊！几百年来，古人因生活所需而留下古道，如卖米的跳米古道，
输运输茶叶的潮州古道、土地公园古道跟全山古道，值得大家踏青践行、缅怀先人的艰辛。好、哦，这个写的还可以，但是它里面没有直接跳到1979年，没有写1957年这样，啊、哦，直接跳掉。啊，这个最近就是一个路标在这边，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古道的区，就古道串联区啊，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好，那这个就是淡南古道各支线的里头，所以里头古道是很重要，是从这个淡南古道串联中埔山步道，串联这个到那个平叶坑古道，串联到茶路古道跟跳米古道，很重要的一段，就里头古道这个地方，好，刚刚给各位看了。好，那给各位看了以后，我们现在就跳到。就下来嘛，跳就是顶头古道下来。下来以后，他不是刚有指标说可以往中埔山、军功山吗？在这里，你又要从哎，这里那你怎样这一段可以？它两条路，一条是这样，一条是这样。那还有一点陡，那直接上去，直接上去就要往军功山的方向。所以你注意哦，你如果下来以后哦，往稍微下来以后，前面世界山庄，你往右边就是和平东路三段636下，啊、哦。左边就是66巷，往右边下去以后，就会注意到左手边就有这个东西，就往上走，往上走，不管哪一条都没关系，你就会接到往前，哦，这是往下的地方，然后就会往前就开始有这个泥土的步道，那这些泥土步道里面还有这个曾经有房屋的残迹的哦，所以表示这个地方是有人住的地方，但是往这边走就没路，所以要往下面这边走啊。好，那这个地方就开始往那个金峰山的方向，然后开始都是这些泥土路，啊，所以自然山地。那不小心就到军功山，因为军功山很低，105公尺，所以到那边并没有特别的高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爬上去就到了，那就有一个那个地侧的76，不小心就漏掉。那他们有特别啊有力的一个牌了哈，这军功山还爬105公尺。好，那继续往东边走。往西边走才错了，往西边就往中埔山，那整个的步道就是这种很自然的步道，自然步道。但是你看这些都是那个泥土哈、哦，都流失掉了。那走久了以后呢，那个泥土流失，那个树根就跑出来啊、哦，变成自然的这种台阶了哈、哦。那事实上这个就是雨水冲刷的结果，就是没有用我们的手做步道去把它改善，然后水一直冲，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哈。哦，那如果我们现在做，我们应该会稍微啊、哦、改辟一下道路，然后让这些慢慢复原嘛，哈、哦。好，那再往前走，动一下，哎，好，这边就有人那个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私人土地了哈、哦。但是整个步道都是这种泥土步道，所以我觉得中埔山是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步道辟。比那个仙迹岭好多了，仙迹岭全部几乎90%、80%好了，都已经变成是那个叫做花岗石的步道了，少数还有保留一些泥土，啊、哦，大部分那这个是全部都是这种步道，啊、哦，那这边就有台电的这个高压电塔，那这个叫深美建国卧龙线，那为什么叫深美建国卧龙线呢？深坑嘛，哈，深坑景美嘛，深坑景美。那这个深坑景美店从哪边来呢？从那个苏旺那边不是有火力发电厂吗？那苏旺那边的人有几个人呢？又需要用那么多电吗？不需要，所以那边的电就是送到深坑那边有个变电所，啊，送到台北来。好，所以这个叫深美建国卧龙线，就从那个。这个电厂主要是深坑跟景美的那个变电所的一个配电的一个路径哈。好，那再往前啊，就是这样的道路哈。那这边就有人有开始铺一些，那是他没有铺这些比较石板的，以前呢就是用很自然的这种石头，就地取材的石头所铺设的。好，那应该是，好，那这个就是它。都很自然的山径。那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走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金峰山在这边往这边走，然后这边就往中埔山，这边就是往富阳公园，那往这边下面就是往新泰路，所以这个变成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变东西南北交汇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一个小路从西寮路这边上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往下去这一条，往那个富阳生态公园，这是以前的古道。那从上面从清空山，我们刚刚走过来到往东边，这个都是走能线，走能线啊，所以往西到中埔山，往东清空山这边，北到富阳公园，南到新泰捷运站。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往富阳生态公园，就是我们这个千里步道协会这边有做了个手作步道啊，在那边去年才做的啊，这个就是这一个段啊，就是让它更好行走，然后往那个就是让这个生态能够复原，然后这边变成我们推手这边让它生态复原啊，那往前都是这种很自然的这种泥土路，然后一直走就会到富阳生态公园。那因为我们不去富阳生态公园，所以就回头了，回头就往上坡了哈。那回头，应该说走到这边有一个电线杆，也是有一个那个高压电塔，就去往下走就会到富阳生态公园。啊，那如果再往回走，就会回到中埔山。所以我们刚就从金峰山那边开始啊，那我往走到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讲那个十字路口，那这个十字路口往下走就会到富阳生态公园，那往这边就往那个中埔山，那刚刚就走到这个地方电塔的地方，然后是要往回走了，往回走，对不起，这个往富阳生态公园，我们看这个图就会经过北乐高这个信义支线，这个应该是什么信泰线啊，信义支线，然后就往这边。到富阳街富阳生态公园，好，那这边有一个叫岔路，就可以到福州山区，那福州山这边就可以上来到中埔山这边来，那上来到这边中埔山这边再往东走就会到刚刚我们交叉十字路口这个地方，你试试看一下。好，那这张图就是刚刚所看到的那个，就从军工山这边，刚刚我们从顶头埔道下来到世界山庄这边，然后往我们右手边这边走，然后从那个登山口上来，经过金峰山，经过电塔，然后到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往北就到富阳生态公园，啊，往这边就回到那个新泰捷运站，往这边叫做中埔山，那中埔山这边可以下去，一直到福州山，啊，所以整个它是串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从西台捷运站这边开始走这一条上来，那这一条上来现在几点？9点，然后就不要休息了，好，等到完为止，要不然他讲不完。好，那就继续了哈。好，那现在休息一下，不用了，好，那还听得还有趣的哈。那，五月七号，我带着这条路线就要从这边开始。从新泰捷运站集合以后，我们会走这个，旁边这个上边的小路，这边小路就是所谓的新德路，现在新德路，新德路旁边就有这个河流的，现在的河道，这个河道就是以前我们万盛溪的北支流，那万盛溪的北支流跟新基野那边的南支流会在新农路二段跟三段那个附近交汇流，所以那边很容易淹水，因为那边刚好两个河道汇合的地方。那现在没有什么河道了，所以变成容易淹水。那我们这边就是北支流，那北支流现在我们所看到就是这个样子了，好，那就往中这边有一个支线，就往中埔山，那全部都是台阶。那一般我不走这边，因为这边很无聊，走这个台阶很无聊。我们去走一个很有趣的，叫做榕树步道。那榕树步道就是你从这边进去以后呢，它这个榕树啊。刚好一边是山，然后这个榕树向阳都全部往这边走。那如果到夏天的时候，它就整排就是变成一个林荫，啊，所以变成这样，啊，这边全部往这边走，然后这个树干、树枝就往这边，然后变成一个林荫大道，一个榕树步道。那这个榕树步道呢，其实本来在这个地方差一点被毁掉，因为这个地方算是建地。那有建商已经申请到建筑执照，准备要开工了。那结果就在附近的居民就发起了一个保护中埔山的运动，
啊，那就是透过一些申请合法的抗争公听会，然后动之以情，诉诸以理，终于把它保留下来了。那保留下来，当然建商也不会有损失。为什么？因为它容积可以移转，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去盖。但是这样子，任何可以把整个中古川保留下来，这个榕树坡道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得到。那曾经他们在做这个操控，好的，他们曾经抢救中埔山的时候啊，曾经就在这个榕树步道绑这个黄丝带，然后就是弄很大，然后开记者会啊，然后弄公听会，其实也是经过蛮长一段时间的争取才留下来的，因为那个执照最后已经发下来了，啊，那还要跟建商沟通，因为建商也可以不要，啊，但是我在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因为容积他没有减少，到别的地方去盖更值钱，那这山顶这。对不对？一定不会那么好的价格，所以他暗自窃喜，对不对？然后又似水人情，哦，其实我在想他应该很高兴的，但是终究把这个中埔山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讲北建潭南中埔的完整面貌把它保留下来，哦，这个就是他们曾经做抗争或者做抢救的时候的一些活动。好，那我们刚刚从那个阶梯上来就是这里，那我们刚刚从这边上来，所以这边看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刚开始看那个阶梯爬上来就是这边，那榕树步道从这边上来，那从这边往这边就是开始要往中埔山，那往中埔山刚开始也是很丑，也是这个水泥，就一路，哇，你看到这个东西跟新基里面什么两样，它旁边也是种这种，后来把它种上去的这些植物是天然的哈，可是一走到山上林线以后，哇，就是这里了，完全就是泥土了，完全就是泥土啊，四通八达全部这个泥土。所以蛮好的，所以刚刚讲那个十字路口嘛，哈，往富阳生态公园、往中埔山，然后这个刚我们上来那个地方，这边是往清风山，好，那这个地方就我们就往中埔山的方向，就全部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道路。但是非常很天然，有时候会滑，对不对？就有人会盖这个地毯，哦，这个地毯就是纸滑，哦，这个一盖的话，生态就死了，好，对不对？里面就全部死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要是把它移除嘛，哈，移除，但是移除它会滑，所以我们变成如果要移除，我们一定要稍微要做一个手术步道还给它嘛，啊，要不然他们一定因为怕滑才会铺这个地毯来止滑哈，那应该是要把它拿掉。好，那就是往前走，哦，这边就有两条岔路，然后往上是中埔山，那这边也可以往中埔山，但是这个山腰线比较平。但是到一个终点一个地方就要往上走了，哦，那我们现在上去我们先走这个陡的往上的啦，然后回来再走这一条。好，那往上的话，啊，就是都是这种很自然的步道，然后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讲是南港城的这些石块都铺路在这个爬路上啊，这边视野最漂亮，哦，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北的那个市井，啊，那往这个就是五指山哈，那我们这个叫做南港山系的哈，那五指山跟南港山系的合流就是基隆河，那南港山系跟茂峰那个二河山系中间夹的就是金美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这个1001这边的景观，好，那这边就有很多这种。三角点，测量的三角点很多哦。你如果仔细去看啊，一二十个跑不掉，大大小小，那表示这个地方的视野对台北市来讲是非常好哈，哦。所以刚好可以作为测量的一个景点。那到一个地方，就是中埔山的东峰。这个中埔山的东峰呢，以前我看那个资料是145，那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145公尺应该就比中埔山高嘛，因为中埔山的139公尺，那怎么会中埔山？139，然后又一个东峰145比它高呢，好像也蛮怪的。后来我又看到有人是写137公尺，哎，这个好像比较正确一点哦。所以有时候这测量的时候到底几公尺我们都不知道。就像先机眼以前测量是146公尺，现在变142公尺，有罪己。哦，这个那这个地方就是哎，这个搞得很丑。那搞得很丑就是，所以有比较多人想休息的地方就会开始打，哎，怕你掉下去，所以就毁了。应该政府应该来稍微弄一下哈，干嘛垮了？别垮了哈。所以它重点就放在先机眼，
这个地方，那不要比较好，不要比较自然一点嘛。那这边就有人动一个如心园的一个搭一个非常客烂的亭子休息的啊，那些北四八十的这个三角点，就刚刚那个这个基石，这边有一块基石，这个哎怎么会跳？这个基石就是台北市的八十号的测量点，那往上的中埔山就是七十九号的测量点，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上走，怎么不会动？好，这边就是看到的景观，那个就是福州山，那福州本来都是墓园，迁完以后，现在就变成，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山，那个往辛亥路的这个，往通到基隆路的这个，北二高的支线啊，就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一样可以看到很好的视野，啊，所以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五指山系、七星山系跟大屯山系都可以看得到，啊，那全部都是这种泥土的覆面，那在这个地方往下就可以到福州山了。那曾经最早的时候呢，有设这个指标，那这个指标应该至少有二三十年，是台北市政府建设局那时候弄的，那有这个指标。那这个指标破破烂烂的哈，但是还蛮有骨味的。那这个是那个新厂里他们自己弄的，他们乱指一通啊，因为他这个写说下去就是富阳生态公园，实际上下去是福州山啊。那你要到富阳生态公园，就是要找一个岔路出去，或者到福州山以后再往走路边到那个富阳街到富阳生态公园，都乱指的，所以不懂不要乱动比较好。乱了，撞了乱七八糟，所以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都是中间还有一个错误的指标，哦，更严重了，有人就把它折坏，因为会误人了，那这个就往六张里啊，往六张里，所以以前指的比较对，就讲六张里就没有错了，因为富阳生态跟过福州山都是六张里啊，所以这个大范围比较对，就往下就是到福州山了。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树根裸露以后就变成很自然的这个。步道哈，所以很自然的台阶都不用特别去注意。那到最高点就是有台北第七十九号的三角点，那这个就啊一样有些旧的路标。那这个三角点呢，就在这个地方哈，就中埔山。那中埔山叫十五分后山，那十五分就是以前中埔山下面靠南边那边新农路二段三段那边的旧地名，以前就叫杂果坟啊。那杂果坟呢，它就是这个地名的来由，就是说。来开发这个地方的人一样是福建省安溪县的人，但是他很多不同的村落聚集起来，总共有十二个人，来这个地方开发，把它分成十五份、十五等份啊，所以就变成旧地名叫十五分庄，所以这个山就叫十五分后山，海拔139公尺，那这边有设了一个三角点，那登山的人呢，都喜欢跟三角点合照，而且呢，去爬一座山一。找三角点为乐的，一定要上去，然后跟他合照，这样才算是有来过哈。所以说他们登山的人标准动作是这样的哈。那我们是这个玩一玩而已的哈，他就带那个学员去那边踏查，也是留下可以。好，那我们要下去了，下去我们就不走原来那一条，我们就走刚刚山腰那一条，但是那一条要下去的比较陡哦，你看他这个。还要拉绳子，因为有一点陡，就它因为是山腰下再往山上去，不是像刚刚我们那是慢慢上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变得有一点比较陡，但是为了要增加乐趣嘛，就走这个拉绳子下去，但是下去以后呢，就完全是到这个地方下来就完全是平路了，这边还有人用这个砖头当作梯阶梯，那往这边就往那个方南山那边，啊，往这边。就是往我们要回程的路，啊，那你看屏幕是平的，那平的地方往下看就可以看到那个辛亥隧道就在这里，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那个交叉口，这个是往上，我们刚刚是走平的往下，那这个就是它乱指了，这个指标是乱指，所以被折坏了，应该把它拆下，因为它乱指说什么这边往富阳生态公园，你如果看到这个指标会被它害死的哈，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十字路口。好，那重新的古道从这边上来就直接下去就到六张里了，这个就是我们刚讲那个原来就是旧有的道路，这个是军工山到中埔山沿线的位置，那
好，那这个是主要我们讲那个金美溪右岸这个地方的这些主要的道路。那这个地方就是仙鸡眼。那仙鸡眼以前啊，以前从景美到木栅怎么绕？它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上来，然后从这个地方下去，走这一条，然后这个地方出来就是考试院那边，沟子口那边。所以景美到沟子口，它就爬过一个仙鸡眼，然后从这边就下来了。好，那这些都是后来我们玩乐用的，玩乐用，因为它如果往这边就有一个连三边的路嘛，那只有要往这边的时候才会走这一条山路。那如果另外就是要往这个从那个新农路啊，新农路上面在新海路，新农路这边它也是一样要经过一个小山坡，在新中小学这边以前没有路通才会到木栅去，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就走这一条，你要到这个地方就走三边的路，那你要到这个地方会从这边钻一个小山，所以从在新中小学这边是新农路三段跟四段的分界点。新农路的三段四段不是在木栅路分界，是在前面，在新中小学前面就分了，表示以前三段就在那边而已，后来四段才开宽，才从这边开始。那这边以前有一个小山丘，这个小山丘就是从仙鸡眼往这边接到这个马鸣潭山的位置，但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新农路整个切开了，那以前是没有通的，以前这边是没有通，那这边整个切开，生态又断线、哦，所以这边是曾经有一个山边的古道。那如果往在猫空那个地方，猫松这个地方就是会往新店、石碇、深坑，啊、哦，都可以从山上通。但是如果真正你要去往深坑、石碇，你不会没事去爬那么高的山下去，你一定走河边那一条，哦，比较快，比较平，比较好走。要不然就从山上里走山上那个要深坑。那这个就是只有住在景美溪左岸的这个山上的人，他们要到石碇去才会走山上这些道路。那这些步道就很多了哈、哦。那我们比较常走的呢，就是从正大这边上来有一个叫做飞龙步道，也就是张山寺步道，然后就到张山寺这个地方，然后张山寺的地方会走这个樟树步道，横的这一条走这个樟湖步道，好、哦，这个是比较登山会常走。那一般都会从坐猫缆坐上来，坐猫缆坐上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走这个樟湖步道，然后到张山寺。然后走下去到正大这个地方，或者在这边坐公车绕很远才会到山下去，哦，这小时小中十五就会坐很久。啊、那另外就是比较有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就是这一条从指南国小他们写这个三玄宫步道，这一条就是以前的茶路古道，就从这边山上住人采茶的时候，他们只要通过这一条。从指南国小这一条到这个山下去，然后经过景美溪以后，再从那个皮内坑那边，或者从军工坑那边到六张湖，啊，所以这一条从指南国小到猫缆这一条就是以前的主要的茶路古道，那边都还有做一个说明。那这个主要现在叫做三玄宫步道。那你们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三玄宫吗？庙宇可以不见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刚好在猫缆的前面，我们坐猫缆下去不是就有一个道路吗？那个道路旁边有个公车站牌，那个也叫做三玄宫站，但这个三玄宫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开庙的庙被探子，所以基本上比如刷造的那边卡低了，那边这样才有人潮赚钱。所以呢，这个庙宇本身也是主要要经营的呢。好、哦，啊你底下被探子不能摆，这个修掉啊嘞哈，修掉。那边咖啡，所以那个现在卖咖啡站牌半个站就是以前三玄宫的位置，但是那个公车牌是写三玄宫，然后那个步道还是写三玄宫步道，啊，这个没有一个磨皮啊，哦，所以这个是主要是以前的茶路古道哈，从这个地方下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这边讲的内容。那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哇，今天实在不好跳，一定要 thank you 大家都没办法。好，那今天我就。再跟大家整个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到第一章了哈。
第一章。第一章就是我借给大家在做整个做一个总复习，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淡蓝古道从六张里这边开始，以前就是从那个和平东的二段跟基隆路口交叉口那个圆弯开始走崇德街，那崇德街就会从这边走上来，然后经过山路，哦，就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讲的岭头。好，那这个岭头呢，往这边就有一个岭头古道。那岭头古道，哎，本来有一条路就可以接到新德路这边，但是因为这个变成是没办法接起来了哈，没办法接起来。但是没办法接到这边，没办法接起来。但是它是很重要的淡南古道一个很重要的支线。那我们从新德路这边上来，会经过中埔山，可以到六三里。那往这边会接到那个岭头古道。好，那以前这边有从军工坑这边经过那个庄敬隧道东边，也可以到六三里。那有一个从新爱路，不是木栅路四段159巷，从这个皮内坑古道也可以到岭头这边，所以这个地方变成往下这边就到那个潮路古道，这个是往潮路古道，这个地方是往票明古道，这个地方是往皮内坑古道，这个地方是往岭头古道，刚好都在聚集在这个地方。那聚集在地方，我们刚刚讲往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地方新爱国小在这里，那新爱国小再往北，就是从那个榕树步道这边，就到那个六张岭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就是也是以前的一个小路了哈，小路啊。那这个路有些都不见了，但是有些都还不错。那这一条就是现在的主要的干道，从木栅路一段，哦，到木栅路五段到深坑去。那这一条上面主要都是现在的崇德路，那崇德路小小的，但是可以开车。开车的目的就是到这个地方的福德公墓，福德公墓，特别是前阵子清明节扫墓的时候，哈，这边的非常热闹，非常热闹，好，哎，多专车、公车，啊，都那个往这边跑。但事实上到这个地方就变成是用走的，所以我们有一条林淑英老师要带的就是从右张里这边开始。但是他跟我说他不喜欢走这个，虽然叫做潮路古道，但是完全没有古味的阶梯，水泥阶梯，所以他会比较会倾向走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崇德路和平东路三段636巷，636巷这边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差不多是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再走这个岭头古道上去，然后再接这一条再下来。那我带的这一条是从新爱捷运站这边开始，然后先走新德路，然后往中埔山这边上，中埔山上，然后到这个地方去，到中埔山的三角点，然后再往军工山这个地方。那军工山这个地方，这个其实到这个岭头没有很远，所以看时间，如果时间够，就去看那个岭头古碑、辟谣公墓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很重要，所以不管他从这边上来，或者我从这边上去，或者邱敏老师要从这个木栅捷运站开始，然后从木栅路四段159这边上来，他也是要从岭头这边下来，然后再走军工山这边上来，好，在这都是在这个地方串。那这个地方串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招牌，他所谓跳明古道那个里面的步道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所以这个图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回忆，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5到10分钟，或者有没有什么感想？那大部分你们有去过哪个地方？这边有走过这其中一些步道的，你有去乌涂窟那边？淡蓝吊桥开始，双溪口那边，到走到石碇，那到乌涂窟吗？没有走到道里，有点累就赶快回来了。怕越走，万一走到平行区就麻烦了，赶快回来。应该是从里面再往外走比较好。对，因为车子比较好等。对。因为你进去就是一条乌涂窟到里面去嘛，然后你回来就走到双溪口，车子就很多了。对，那早上就是从山里面走出来，应该是这样会比较好。你来，你出来的时候从外面走到里面出来等车，很难等。对对对，没错，因为那个可能。搞不好半个小时才一班，因为他有一班要往华万啊，那这一班在乌涂窟啊，好，那边绝对不会坐错车，因为都是666。
那这要去的时候要小心，去要小心。也可以，可以，可以。反正走到乌涂窟的终点站，对，哦，然后往河边找路，啊，那也会看到那个土地公庙，然后旁边就开始有路可以走出来。其他人呢，有没有走过别的？这里面我刚刚讲的那几条有没有走过的？都没有，哦，那应该还蛮好的，没有走过。哎，其实这边的路，我觉得都算蛮不错的，就是说还蛮有特色。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讲的就是在那个大树下的小土地公庙啊，那个是在那个，就是乡下地方很典型的那种信仰的形态啊。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山里面竟然还有那种可以有骑楼的那种啊，洛卡，以前叫洛卡，那种骑楼顶阿卡啊，南部叫顶阿卡，中部叫洛卡，北部不知道叫什么，闽南语的说法，南部叫顶阿卡，啊，东部我太太中部人叫洛卡。漏卡，卡那个叫下面的啊，楼下应该漏，不是漏的是什么漏？漏卡，然后就是北部应该就讲骑楼了啊，卡了啊，这些翻译乱讲，我乱讲的啊。那就是变成是还有看到那个景象，所以表示那个曾经是啊，也算是人潮还蛮多的地方啊。那也可以看到，你看那个嘉庆的古碑。啊，都还蛮不错。那特别是那边就蛮多是属于那种泥土的道路，啊，所以我现在慢慢都不喜欢到县级了，因为觉得那种太无趣了，太无趣。那走这边就比较有趣一点，但是这边就不是太方便，方便就是说坐捷运最好，因为坐捷运如果从现在站下来呢，就可以往军区那个地方，往现在国小那个地方开始走，然后就可以上去。那上去就看你要回到。那个林光那边也可以，就从富阳公园那边下去，或者你就可以走那个到那个和平东路四段军公路那边，然后也可以从那边就可以坐车从中心隧道回到六三里，或者往木栅捷运站那边走也可以，啊，所以都可以通。那我就发现整个那个这个我们讲以前那个捷运木栅线啊，它这几个站刚好就围着三边站啊，从林光那边。然后穿过那个隧道以后，就到新泰站。新泰站下去就是万方医院，万方医院下去就是万方社区，万方社区那边就木栅站。刚好都沿着整个那个我们讲这个，主要是以坡卡山，啊，为一个主要的中心点，然后刚好绕了一圈，再到那个木栅动物园去啊。所以这几个站刚好都是在山边的站啊，山边站。但是如果你要要走这些山路的话，比较好的就是林光站、新泰站跟那个木栅站，啊，这几个站，那坐到那边以后就可以站。但是我在想，如果你到木栅站要从那边从那个木栅路159下，啊，你就要找到159下从那边上去。但是这个最好有人带了，因为没人带哈，老实讲走起来也是蛮恐怖，因为你到里面去都没有半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是很麻烦的哈。特别是那个没有走过的地方，不要一个人。搞不好都没有人上去，万一跌到河谷里面去，爬不起来就麻烦了。啊，其实还好，但是就是最好不放比较好。那中埔山这边比较好，因为那个地方就很多人在那边进进出出，啊，那边就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要挑战性更高的呢，就可以从福州山上来中埔山。啊，从福州山上来那边开始就有很多阶梯，然后上来。可以串联到中埔山这边来，然后可以再取到那个富阳公园的下去，哦，这个就蛮不错。那我看那个附近的居民住在六张里这边，常常这样爬，他就从那个富阳公园这边上来到中埔山，然后中埔山到那个最高峰那边呢，再往下，再往福州山那边，然后再回到乌龙街那边，哦，他们常常这样爬，哦，那个算这样走一圈，可能话要超过一个多小时。是不一样，那身材蛮过瘾的，蛮过瘾，运动效果非常好。那我就在上面喷了好几个，他们都是这样做。对，那至于说从我们这边景美木栅这边的人，其实很少到中埔山去，因为总是走这些爬山的人，要么就到猫空去，要么就在新基，很少会往那边。所以我发现那边的人除了住在那边新泰路四段21下那边的住户之外，大多是从六张里那边上来的比较多。对，啊，虽然他离我们这边很近，但是就是变成是
是没有特别去推广宣传的哈，所以它还可以保留到比较原始的状态。对，那太多人走了以后，就是嫌东嫌西，下雨天也要去说会晃，然后就会打电话去1999，说要把它铺成那个挖钢眼，那就完了，就完了哈。所以还好，就是目前就保持这样的状态，蛮不错的。对，大概应该不会变，因为现在大地工程处他们这些。经过跟我们长期有在互动的，所以我都知道应该要保这种比较属于生态公保的水洲步道来发展，所以他们也希望以后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所以应该是不会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会达成，就是水泥的铺面不要再增加，应该是这样。至少我们从海巡署那边上仙溪岭那一段本来那个里长曾经要把它变成水泥那个叫什么花岗岩的步道，但是还好那个土地是私人，人家不同意，那不然也就是又完了。那因为私人土地要不同意嘛，不同意才有我们才有机会去把它变成这个新纪元这边这一条的水所做步道那听说要那个哈，要出一个作业给大家玩一玩好，那你们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啦，开玩笑，最后了。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作业？要去找一下吗？找一下中埔山的手作步道吗？还是先进手作步道，你们有去过吗？有吗？就海巡署旁边那边。好吧，那这样子好了，反正你就是仙溪岩那边有一条，中埔山那边有一条手作步道，那都是你就看你自己方便就。去走其中一条，好不好？找一个时间，看你要先走仙溪岩那个。三明寺下面进去。对对对对对，好。那个手作步道还是要走中埔山往护阳公园那个手作步道，好不好？你们两个总是，对我今天介绍这么多，也是很累了哈。那你应该至少先去勘察一下。那个地方就是你注意，如果你从我们新泰捷运站这边上去哈，就走到上去最高点的十字路口，往下的地方就往护阳公园，那个就是了，那个很好找，那个就是。我去的是从灵光站对，也可以，对，看你住哪里了哈。如果你坐捷运从新泰站比较方便，你先从新泰站，然后去先找到新泰国小，那新泰国小同一边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在新泰隧道口前面就是新泰路四段的21巷，21巷你就沿着那个马路上去，马路上去的左手边就我刚刚那个水泥有没有水泥柱，那个就是榕树步道，从那边开始上去，走上去很快了，大概10来分就到高点了，高点了，对啊，如果你心情很愉快，就往护阳公园那边走那个手作步道到护阳公园，护阳公园以后再。往湖州山到湖州山手作步道，再从中埔山上来，再从新泰隧道下来，也可以这样走。那边就蛮有事的。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如果你走过，你会蛮喜欢的。那个地方很自然，你会蛮喜欢的。那新泰捷运这边就跟如果说你是，整个这个附近的话，那你就可以从那个海巡署那边去找看看。那个地方还蛮好找，就是304巷吗？对，304巷嘛哈。我看这个图，这个哈，从这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开始，手作步道从这边开始，全部都是，那这个地方就是，就是海巡署那个站，海巡署前面对公车站牌，然后往前走，从这个301巷进去，就是有一条路而已，但是你要进去这边，海巡署在这边，它的那个围墙外面就开始有一个登山路口了，那从那登山路口这边，它有牌楼。有一个那个指标，所以从这边上去就可以走上去，走上去你不要回头，
一直走上去，可以往这边，从仙鸡眼这边下来。哦，不要就回头，这样没不触皮呀。你就把这个山整个，对不对？从东边到西边去走它一趟，那也不可以的。路很多，路很多，不会掉了，不会掉。这样多久？其实严格来讲，如果说真的你一直走哈，我认为大概40分钟啊，不会很久，不会很久。那一般我自己的走法，我都是从这边，那我们家住在这里的，新荣公园这边，那我们就从麦田这边上来，那上来我们就往这边走，然后就从仙鸡眼这边下来，然后去吃东西。对，这样。那有时候也会从，因为从这边下来哈，就要坐公车啦。因为这边就马路哈，走起来就不舒服。啊，那我是觉得从这边下这个挑这个蛮不错，或者从这边下去。那像那个景星支线从到那个景星国小那个太陡了，太陡。那这边上来很无聊，那这边上来哈，从都是阶梯，从慢点上来就出阶梯。那我不走那边，我就从里面走那个泥土的步道。对，那其实最后就会通在一起，就这边就上了，最后通在一起。那我建议就是说，你就是坐到海巡署下车以后往前走，那往前走这边就有300人这样进来，走上去，然后一直走到县基岩那边下来，好，管理馆不错，那中母山那边也可以。你刚说那个从新泰走那个中母山，它也会有路标吗？对，有，就是靠新泰国小那一边。新泰国小那一边，对，然后你就会到21巷。20巷上去，20巷上去不久，你的左手边就有那个阶梯，那个不要走，那个你只要往前走，大概走个50公尺，左手边就有围起来那个水泥那个什么，那个柱子小柱围起来，小柱围起来的左手边那个就开始榕树步道，它有一个指标写榕树步道，那就是往上走就可以到山上去，好吧？假日走一走还蛮不错的，那你走过一次就会喜欢了。是，他们只要去走就可以了吗？走啊，拍照啊，拍照。不然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去？太简单了。好，那曹正你再看看怎么样？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哈。先谢谢老师今天带来超精彩的，因为我其实之前步道学的课，老师第一次我在步道学，老师是针对整个大武山的文史。那今年因为可能我们搭配大南古道的议题，然后老师又更精细，简直就是针对这些古道它的一些文史，包括它过去地名的考究，然后过去先民他怎么使用这些路径，然后做了一些老师做了很丰富的一些收集资料收集跟调查，所以才可以从第一分钟开始讲到刚刚完全没有冷场这样子，真的超精彩。对，那。好，所以功课就来了哦。因为老师出的太简单，你知道永和的有多难吗？永和步道学的同样一堂文史的课很难。那因为老师太仁慈了，我们身为天使的反面是什么？就是恶魔，对，就是魔鬼。所以呢，我再稍微补充一下，我们这一堂课哦，一样就是以老师出的为主轴，就是海巡署呈现我们的等于是我在步道学的第一次的首座步道。海巡署支线跟中埔山步道这两条步道，大家一样去看走的步道，一样去做，不管是你要拍照拍步道的样子，或者是做环境的，都可以拍照记录之外呢，请大家针对这两条步道所在，不管是它的地名也好，它的这座山，或者是这个地区，跟它有关的历史文献。不用说，要收集到很齐全，但是请大家试着去收集跟这两条步道有关的文献。那这文献你可以从几个面向嘛？大家如果刚刚很仔细听老师上课，老师其实从很多不同的面向切入来谈这条步道，包括地名的考验，那个严格，或者是跟宗教有关的，跟他以前的产业有关。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海军组支线那一条附近，其实就是老师刚刚讲那个新变成那边以前其实也有探坑，好，所以这个都有可能找得到相关资料，好，所以大家试着收集跟这两条步道有关的文献资料，然后你试着把它整理成一小篇短文，不用像不可能，也不可能像老师说的那么精彩，但是大家可以试着
介绍一下，从文献收集到的资料来介绍这两条步道，然后搭配你们去实地去走，然后拍的照片，这样可以吗？可以。择一，择一。大家已经面露喜悦的表情，这样。好，老师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这样不错。那这个是我们那个公民桌的，有兴趣的可以拿来。理解了。好，那如果针对作业没问题，我们就请小天使来都都都。这礼拜是那个国强社课，那下礼拜我们因为就是五月二十一跟二十八两天都要做手术预告，所以下礼拜就是是会走，就是上课时是连到手术课那个集中天堂。那在下一个礼拜是那个公民参与周，那社大这边应该是有安排，就是要听演讲，是的，就是大家刚有拿到这一张吗？刚才比较晚，应该都没有，早早来几个已经花了，有人没有拿到。这样子哦，是就听到这样子去。